来，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赵元天麟书面执行，列入公报记录。现在第一个先行处理省主委会105年度预算冻结项目，一共有两案。阿哥来。问委员意见。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解冻案。省主委会的有没有给我们委员？讨论事项第一案。啊。好，请我们的陈代理处议长说明一下。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这两项的一个解冻案呢、啊，是一个我们的园区的文艺活动哈、啊，1,604,000元冻结四分之一，因为这个，我们以秉持敦节的一个精神啊，那这个活动已经办完了，那这个冻结的401,000元，我们就如数要缴库，就没有要动资。那另外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议会交流部分，因为过去的一个活动哈、啊。大概是在8月份来做报名，9月份来做出团。那因为时间也超过了，那今年我们也没有组团过去，所以这个金额我们也会如数来办理缴库。以上报告。这个金额你有没有要办呢？没有要办的。第一个案件呢、啊，好，就是议会交流事务的话，已经时间超过了，所以虽然有便利预算没有冻结掉，已经不能用了。啊，第二个案就是园区义务活动已经办完活动了，那个冻结四分之一，等于他大概少了40万、120万把活动办完了，也不用办了。所以我看这个都没有用，我们把它解冻好了，好吧？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了哈，省主委会的解冻案了哈，我们就把它解冻，都整理它动资。啊，然后请拟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看呢，啊，可的，没有意见啊、哦，好。啊，现在啊，处理106年度省市地方政府主管收支部分，请宣读省市地方政府税入部分。啊，这里爱讲嘛。106年度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自议会、福建省政府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台湾省政府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台湾省自议会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台湾省自议会预算100,000元，第一目财产支息100,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福建省政府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台湾省政府编列170,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70,000元，第二节其他项杂项收入170,000元，台湾省自议会第一目杂项收入198,000元，福建省政府编列1,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000元，宣读完毕。税入的部分没有提案啊，预算我们照例。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请继续宣读台湾省政府税收部分。106年度台湾省政府税收预算，台湾省政府第一目一般行政1,338,500,000元，第二目施政业务。1,266,300,000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98,700,000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10,000元，宣读完毕。谢谢主席啊，应该是一目一目来吧？不，我们现在把它念完。哦，好。好。提案继续念。宣读委员提案。台湾省政府委员提案。第一案，李金玉委员等，台湾省政府删除106年度预算1,294,004,990元，
第二案，陈昭明委员提案，106年度台湾省政府预算冻结三分之一。第三案，姚文智委员提案，台湾省政府106年度预算业务费编列3178万5000元，全数减列。通案第二案，庄瑞雄委员提案，106年度台湾省政府各单位加班值班费删减四分之一，139万6250元。通案第三案，赖瑞荣委员提案，106年度一般行政及市政业务有关加班值班费删减200万元。第一目，第一案，陈其迈委员，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1,1338万5000元。第一目第二案，杨振武委员提案，全数删除国外旅费269000元。李金英委员提案一至三案，派员出国计划269000元，全数删除。庄瑞雄委员提案，第一目第四案，国外旅费269000元，全数减列。杨志武委员提案，第一目第五案，第一目主席兼职费96000元，全数删减。第一目第六案，杨志武委员提案，第一目一般行政特别费76万1000元，全数删除。第一目第七案，陈义杰委员提案，第一目行政管理费用水电费减列10%。第一目四至一案，提案委员 Glass 委员，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其中国外旅费269000元，全数删除。委员吴清明委员提案，第一目第八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国外旅费269000元，全数删除。第一目第九案 ，Glass 委员，第一目一般事务费编列261万5000元，减列47000元。第一目第十案，陈义杰委员提案，行政管理项下行政业务费，其中一般事务费编列接待国内外宾客50万元，全数减列。第一目第十一案，委员提案杨振武，一般行政房屋建筑养护费删减150万元。第二目第一案，陈其迈委员提案，施政业务编列1266万3000元，全数减列。第二目第二案，杨瑞龙委员提案，台湾省政府施政业务预算1266万3000元，全数减列。第二目第三案，陈义九委员提案，第二目施政业务1266万3000元冻结25%。第二目第四案，委员 Glass 委员提案，施政业务第一节民政社会业务费245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二目四至一案 ，Glass 委员提出，第二目施政业务第三节经建财务业务编列业务费224万1000元，减列226000元。第三目第一案，委员陈吉迈提案，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编列298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三目第二案，
提案委员陈一杰。第三目，其他设备编列2987000元，减列100万元。第三目第三案，提案委员杨振武。其他设备预算2987000元，减列100万元。主决议第一案。为强化政府组织再造，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及福建省政府应完全虚极化，于一个月内提出组织精简、人力、业务与财产移交计划。三单位精简后，应仅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任省主席或咨议长，其余所属人力除台湾省咨议会依地方制度法最低省咨议员人数为5人外，相关业务与财产应于一年内全数移交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主决议第二案，台湾省政府106年度预算编列员额74人，要求台湾省政府需通盘检讨其人事及业务，将其业务移拨人员借调至相关中央或地方政府，并于一年内完成。主决议第三案，为遵循国家开支以符合政府精简组织方向，且为保障工作权，台湾省政府、福建省政府及台湾省咨议会应立即提出一年内人员转任他单位规划，并积极协助于一年内转职以利国家发展。主决议第四案，台湾省政府应重新检讨现行业务之壤与编制，将前述业务与人员移拨相关机关，以真正落实省级虚极化之精神，并于3个月内提出具体计划，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主决议第五案，提案委员 Glass， 台湾省政府应正式盘点过去三地平地化的政策，于一年内提出深切的检讨与反省，另应举办宣扬原住民主、原住民族日之活动。主决议第六案，提案委员姚文智。由于删除财并机关涉及修宪，在修宪尚未完成前，省政府纪委行政院派出机关的角色，应将省政府人事移拨至中部市县市行政院中部服务中心使用，现有相关业务比照省主席模式采取兼职化，由其他机关人员兼任，并于一年内完成相关配套，以此度过方式进行组织再造目标。宣读完毕。好，那个现在我们进行协商，请各位委员坐到前面一点。好，我以后晓得早上的咖啡要下午来送，往前坐，因为我当招委，这样子讨论提案会比较顺势，好不好？谢谢。我看了我们的预算提案了、不管第一目、第二目啊，民进党、执政党都主张要把它删减掉，尤其第一个提案是全市的删减，国民党是说，看起来大部分删减的大概只有1-2份而已啊，他是讲冻结起来，现在。我看你们看法怎么样？支持他们的删减好了，怎么样？支持民进党的删减。删减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很快的就这个预算的讨论了、就会很快的那个民进党，我们几位委员有什么意见？人的提案被删减了，你给他没意见？要尊重人的意见呐、我尊重你了，我到后边去了。
要一个一个处理啊，啊，我来提一个通案，安尼看好无？因为那个主席，因为他那个民进党提案全部删减，那如果民进党提案全部删减的话，就没有国民党的提案，所以我支持民进党的提案。好，我们黄委员，好，把国民党提案全部拉到后面来，支持，哎。那个民进党主席，那个主席不好意思哈，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讨论预算嘛，那所以应该要一幕一幕清清楚楚的来嘛。那我们委员之间有的是相同科目，我们不同处理啊。那我们还是要讨论啊，应该照预算的程序来，一幕一幕的来，我们好好讨论嘛。提案啊哈，由李记委员提案啊，删除台湾省政府106年度预算1,294,4,990元税出啊，税出他才有17万而已啊。够了，刚刚大家没有意见了，现在讨论税出啊。税入已经没有意见了，现在是税出的第一案嘛，主席，第一案就是李进义委员所提的嘛，就是1,294,4,990元要删除嘛，就是这个案嘛，对不对？那我们支持嘛，那就删除嘛。哎呀，都被删除了，那个没意见。没有，哎，有的没有签名的，我要问你一下。现在坐在这里的都有签名吗？嗯、来来，赖委员，我那个注意一下哈，那个委员，因为这个要尊重每一个委员的提案的权利的哈，还是要把所有的委员的提案呢、啊，把它全部都看过一次嘛哈。所以，假如是同一个科目的预算，那我们过去的惯例在处理都是通案会列在最后才做处理的。哦、所以是不是先每一个科目我们一项一项这样按照预算审查程序先走完，那回头再回来处理通案的部分呢、哦、因为对对对，因为这个每一个委员的提案内容都不同嘛、啊、他可能要做一些不同的决议嘛、哦、所以这个要拜托一下英明的主席、哦、就按照我们过去审查预算的惯例跟我们在审查预算的一个程序过去了哈，这样一个一个来了。来，我们第一目一般行政，好，税出编列1,338,000元，好，冻结1,338,500元，由陈其迈委员提案。啊，一支一啊，一支一。哎，请我们省政府那个习主席说明一下，弄台掉，你把酒杯给给没有？啊，冻结，冻结，冻结。主席想请教一下啦，因为前面我很纳闷，前面是提删除案，那如果删除案已经通过了，后续还有办法再去恢复所有的删除案吗？这样有一点矛盾啊。通案一般都放在后面啦。通案放后面、啊啊。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款项一直来讨论，科目来讨论。1,330,000，就是第一。第几页？这个是第几页？一目一之一了嘛，对不对？就是要前述冻结嘛，对不对？那这个如果通过的话，跟前面的删减就无关了吗？还是怎么样？如果前述冻结以后要删除，那个主席啊，我是建议这样哈、因为那个一之二的，好，这个都在讲一些这个施政业务的这个部分。一之三的。一般行政，哎，哦，就出国费用啊，定这，哦，这个部分百万、千万、亿，
我看看冻结结果。一只七，还有一只四注意，还有一到八。坐下。第一幕哈，咱讨论了，等下看看全部要冻结偌济，好无？你反正一至二哈，第一幕内底后壁十一个案嘛，啊，十一个案，你若咧处理到十一个案，反正就有诶，吼，其他人表示意见了，佮等下看一至一，第一幕的案第一案，对嘛？第一案嘛，对嘛？十一个案嘛。哎，才一点按嘛，对啊，等于一至二，等于一至二，我建议是一至一先保留，先一至二、一至三走完以后再回来一至一嘛，因为一至一的这个比例最高嘛，所以你后面这个还是要先讨论一下，看有没有必要，哎，也要请他们说明啊。好，我们讨论一至二，一至二、一至三、一至四，都是同样的科目啊，就是那个国外理会的啊，三十的一至二是讲全部三十的啊，一至三全部三十，一至四。全部三十，我有注意同。你们都出国了，出国一直对啊，出国的费用啊，赞成了，赞成了，删除赞成了。啊，出国费用我们赞成全数删除了。好，那个沈主席有没有什么意见？基本上啊，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今年啊，原来有编26万9千元啊，那我去了以后啊，就把它。等于冻掉了，但因为实际上哦是很怕，就说等于今年的26万9千元已经没有用了。那以往因为我们有42个姐妹市啊、哦，是怕他有一些要配合外交部来回来，就说他如果有要专访要做外交的话，就有这个经费。那如果各位委员相信我的话啊。就把它留在那边了，但是我不会轻易去用了，今年都没有用了啦，过去6个月都没有用了，所以看看，是说怕外交部我们有42个姐妹市啊、哦，如果说他临时要我们去干什么，会有那个了，不然就是给他删减一些经费。那如果各位委员坚持的话，那删掉我也可以，就是说尊重各位委员的意见了，但实际上。如果各位委员相信我们的控管经费的那个诚意啊，连今年已经通过了，我都没有用了，所以不可能说去乱用钱了，是这样的方式了，是怕如果真的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反而没有钱可以用了。以上的说明。举例一下，上一个如果需要，我来一个意思就是讲话高话。一个。你讲迄，如果万一外交部叫恁去要创啥，你嘛记一个例子。对啦，伊就想伊有42个姐妹送啦。那如果说他有一重要的参议员呐、啊、姐妹呐、啊，就要做国民外交的话，要组团去的话，可能因为要透过这样的名义去，要透过这样的名义去拉关系的话，可能有那个需要了。那如果说各位委员觉得说，哎，好像变这样变很难看，那我不。也会尊重委员的意思，因为今年就没有用了。主席，香港，所以今年到现在10月的是今年都没有动用了、哦、所以应该明年动用机会，其实我看来应该也是不大了。哦，看大家怎么处理了。啊，我出去来处理，安尼讲没错，哈、哦，暂时保留，因为我们还要一至一再来讨论嘛，安尼跳舞啊。我感觉这拢无争议，对头到尾每一个提案拢是要删除。
啊，删除就删除，你还要保留，对不对？啊，你讨论讨论也对啊。这个一之一，咱个来规个讨论起来，好不好？先听大家意见啦。删除啊，啊，无一个委员提案要保留啊。我想来去落一下哈。唔啦，你大家全立法院委员会，剩咱立法院会你开会尔，紧用用的啊啦。要不要出去吃饭呢啦？我会真紧，我会真紧来处理。来，暂时保留再讨论了哈。啊，那个我们先讨论一至五，就是一般行政的时候主席的兼职会，那个杨委员提案了哈，是全数三职。96,000元啊，那个主席，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及看法？跟国人报告哈，包括一至六那个特别会啊，这个都是中央啊，中央统一的一个规定啦，并不是我个人的那个，就说要一定要有这种东西啊，那是中央统一的一个规定，包括兼职，包括特别，他都有统一的一个编列的规定啦。我是觉得说，应该维持一个，就是说均衡的体制啊，这反而比较重要啦。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去了4个多月啊，特别会用在我个人的关系啊，只6000块啦，有一个月有4万块，只用到红白包啊，然后最大的一笔是3万多块，是用在给同仁呐、啊，给同仁那个中秋节的一个就跟弱势团体啊买那个饼，就是说那个中秋月饼啊送给大家了。这个，所以我看预算中心也讲说，哎，我为什么政务委员去那边要到那边去租，最主要都用在省府同仁的身上啊。那我自己用的，各位如果相信我的话，我一向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东西的，所以到现在只用了6000块了。各位可以去查查看。所以我是感觉说，一个体制的维持反而比那个还重要了。请各位委员可以体谅哦，就不要去对一个各通案的东西去把它做一个不同的标准。那个主席，有关特别费的部分哦，我们向来不在内政委员会处理，都是由院会统三通处理啦。哦，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比照，就是有关特别费的部分，那包括兼职费的部分，我们就不在这里处理嘛？哦，这个过去的习惯是这样嘛？习惯有时候会改变的。你要来改变？不是要改变啦，哈。啊，听完各位意见，还有我们习主席的意见啦，等一下我们再回到一至一里面再来讨论，好不好？好，您今麦我看拢做硬啊，您来来嘿。好，一至一。一至五跟一至六哈，我们大概了解。等一下，我们在一至一那边全部讨论。那一至七由我们提案人陈玉杰提到，那个行政管理费用水电的编列哈，403万7000元，减列10%。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啊，那个习主席，您看完。我可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电费的是安内省政资料馆，那是最大的一个经费。但因为这样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包括干过很多的省议员的，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献的地方啊。那来参观的人很多，那最主要是这个是没有电哦，我去也请同仁都说一定要节约用电的啦。所以这方面哦，可能就说未来电价可能。哦，这个还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况嘛？放在那边啦、啊，因为它也是必要。如果说有用那么多，我们会尽量可以做一个决议的，就说让我们就说尽量去准结的，但是不要删掉，因为它你删掉，它还是要付这个钱嘛。哦，可能这电费可能比较必要的啦。最主要是省政资料馆在用了、啊。你报告主席啊，你不要看着我，因为哈。陈委员就是10%而已呢。安内啦。现在哦，好。
我我我四百万的，现在那我现在记啊，从九月开始已经在电信了，我已经下命令了。原来都编四百万，已经超过四百万了。但是我记啊，真的是干省长。我好看好。相信我了，年纪软开了。来，现在一支区啊，哈，说删减10%啊，哈，但是前面我们也有冻结的，也有删减，再一并来讨论，给大家了解。那习主席所讲的说，他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亏损在，啊，水电费不够。啊，现在这一支八也是水国外理会的哈，那刚刚讨论过一支九，那个一般是会用编列啊，这克拉斯的提案呢、啊、哈，它一共是261万5千元啊，它提案减列47000元，哎，啊大家。哎，克拉斯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那个大条的下个大的？啊，请我们克拉斯看法。同意。啊。47000嘛。啊，好，哦，在一般事务。同意删减。那个同意删减47000元。啊，起码过来一致。主席，我有意见。啊。因为你这边删，可是如果你要回到第一案。第一案是全部都删，冻结，对，就没有冻结的问题啊，都没有。这个如果行政管理的这一边、啊、不是主席、欸，因为你第一案是把全部的经费都删掉，你就没有一幕一幕的问题，都没有一幕一幕的问题。那个这个题目很大，而且是他们自己提的。哎呦，你让我很为难，我想我一点都不为难，我跟你讲一点都不为难，除了他们自己撤案，他们撤案，但我觉得大家来讨论。那他们已经提案在那里，我们已经很尊重。哎，你们没有我想这个案子已经写在那里，非常的清楚，立法院的文书啊，大家都不能够开玩笑的。如果说提的案，除了那主席，那个我们的主席，请他们撤案，请他们撤案。那个、主席，我是不是建议？啊，这个黄委员是在讲程序的问题啦。哦，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我们。预算的处理的程序是怎么样？大家刚才都讲好了嘛，你都不要通案的部分，看回头个等来处理嘛。所以你的后边到1至11，啊，你每一个案都走完一遍，因为委员都有提案，我们要尊重所有提案的委员完，你再回来处理通案嘛。啊，通案到底要冻结要删，那最后我们再来处理嘛，好不好？哎，更好。你哪叫第一个案呢、啊？啊，不要案，第一个案，因为它是列第一案，第一案一通过了就没有后面的案。那我觉得应该请我们的主席，啊、这大家的恭贺、啊，像这个主席哈、啊，我要放两个时间嘛，老板，你这程序大家都讲好了，这个非常清楚嘛，你们都敢提案，不敢在这边承担，对不对？怎么会不敢承担？对不对？你已经提案程序写的那么清楚。好，这位主席的话，难得当主席好不好？好，再来。刚刚啊，哈、啊！主席嘛，都不容易啊！主席回啊，主席干呢？我主席回，我等下就下到一楼，我跟你讲。主席要加油。不是，我要加油，哎。哎呦！好啦，无啦，卖灰啦，就是你都安尼处理是对的啦。对啦，无啦，那你好，大家纯粹意见嘛，好不好？就是，好，都啊，你安尼处理是对的，这是定数的部分嘛。不是啦。一个科目一个科目来，通案做阿边。黄委员的意思是讲，啊，你的第一案的坑你家，那通过阿边案当中无啊，但是程序上刚我们讲好了，科目先来，通案第一案到时嘛有可能撤回啊。啊、所以就刚照刚才讲的，已经讲好、决定好了，就继续进行下。哦，继续开会。写在那边，写在那边是恐吓的吗？那个主席，我建议这个案也保留、等到最后的案子再来处理。好，这个都保留啊。哎呀，你们已经写的案还不敢认账？第十案了、行政管理编列1692000元，
那个这个是提删减，陈玉杰提案删减五十万元。啊，那位那位李委员，李委员，李委员，好，我发挥一下的啦，我知道你的立场啦，哈，我跟你讲，你要安尼提啊，吼，会乱未完啦，我大家卖安尼啦，好不？好不好？嗯，卖啊，嘿，那个习主席有没有？习主席，关于第十案有什么说法给各位委员听？哎。跟各位报告，以往这个经费啊是编得非常的大，那我们这次啊只剩下五十万了、啊。那因为就说你还是至少这个机关还存在啊，总是有一些外宾啊、来宾要用啊，所以可能都把它删掉的话，那这个是真的有困难。因为以往这个金额是编得蛮高的了，等于那个在用的时候，我们这五十万，哎。等一下，回到前面整个讨论一下，好不好？好，暂时这个保留一下，我回到一之一再讨论。好不？好。奇迈啊，好吧。说明一下哈，我们过去在审查预算，内政委员会啦哈，至少在过去的四年在审查，你每一个提案你都走嘛，对不对？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指定项目，这个一定要删嘛。我也反对这个啊，这个譬如说国内外宾客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有保留必要啦。但讲我们决定要删这个科目跟下面的这个节、哦、我们这个我们就删掉了嘛。你即使通案再怎么删，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决议嘛，对不对？所以一至十这个部分我没有意见，我觉得这个要保留啦。哦、那其他等一下，假如说要删减的话，要删就删嘛。我们再处理完，我们再回头处理通案嘛。看拢总统删要偌济安尼嘛。我今嘛哈，先大概报个过啦。每一个主席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啊。哦，有时候你看起来我笨笨在主持这个提案，但是有时候我也很快啊，好不好？那你讲我那你嘿，不是啊，你就聪明了，爱跟你请教。好，讨论一至十一，一般行政房屋建筑养护费，删减150万。啊，这个是关于历史古迹啊、历史建筑啊，那请我们习主席报告一下。啊，好、啊，跟一至十二是同个案件，嘿，由我们杨振武委员跟林立常委员，哎，林委员，您看法？各位委员，我跟各位报告，就说这个经费并不多了，刚刚就说。各位了解说神虎啊，原来遗留下来的财产啊蛮多的啦。那如果说这些没有去把它维护啊，让它可以就说像那个整个的一个房屋可以前腿的话，反而是不应该啦。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上就一定是最节省的方式啊，来让这个房屋可以牢靠的来弄啊。所以我是建议哦，这一部分还是必要的费用哦。尽量不要去删它了，我们这部分是不可能是去浪费掉的了。那请说明哈，那个草山玉宾馆跟青田街的宿舍，目前现在的状况？跟黄委员报告哈，那个草山玉宾馆啊，我们原来是一直要把这个移给外面来弄了，但是因为那一块地啊很复杂。有林务局的地，有新北市政府的地，还有我们省府的地，那所以在弄啊就很困难。那目前是那个姚文柱委员啊，有进一步的一个协调，说看能不能啊，因为那是已经被那个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古迹了。那既然那一部分那个台北市政府应用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在跟那个。台北市政府跟他研究看能不能由他来接管的这部分，我们是蛮愿意的。就说，因为我们在省府那边呢、啊，同仁也不可能跑来这边。那如果说让房屋可以，就说年久失修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建筑物啊，可能都不是应该这样来做了。那另外一个刚刚黄委员提到的青田街的部分啊，那一块地我们本来也是。我一来觉得说应该是国有财产局要赶快来接管了、啊。那目前去查了哈，那里面有两号地，一号是中小企业银行的啦，
一个是台湾省政府的。那现在他，我爸一直请同仁去查那个档案啊，那个资料是非常复杂，包括到中小企业去查都查不到记录了。那我们长期可能还是要看移给国有财产局来统一管理，不要让那个地方啊倾颓掉。那这个是我们陆陆续续要去处理的。那黄委员的关心，我们非常感谢的。就是说，像我刚刚讲说，这个维护会啊，就是要目前就是摆在那里。对，我们还是要维护哦，不能让它，哎，如果说让它倾颓了，我们可能机关所长啊，我们变成有责任了。所以还是请委员啊支持这样的一个经费了，并因为它的建筑物还是在那边呢，哎。我想这个预算的部分哈，大概现在已经从第一案到第十一案嘛哈，我们先请主席先处理第一案到第十一案，你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支持第一案的。好好，我看第一案一下哈。第一案哈，刚刚是冻结1,338,000啊，提出来冻结啊，哈。那我这样子好不好？第一案是我的案呢，一之一，哎，那个主席啊，一之一的案我说明一下哈，我们主要是认为说，包括在这个一般行政的部分啊，对于省府未来的包括整个定位啊，还有它功能的一些调整，主要是我们委员会。是希望说他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配套的一个方案的哈，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做一个建议了哈？就是冻结的部分，因为你现在按照法定的这些预算的这个人员又不可能删嘛，啊，这些人员维持费用8,800多万这个部分啊，那是不是可以冻结啊？除了这个人员维持费用之外啊，其他冻结40%，一般行政那60%。等他向我们内政委员会提出包括后续的动作。哎，怎么讲哎？你的意思是除了人事费用以外，对冻结40%，冻结四成还是60%？冻结60%，抱歉。哦，我还好没有听错，等一下。60%。啊，你有什么意见吗？冻结60%，除了人事费用。对，我想人事费我们，所以我刚刚看第为什么我要一直要先审第一之一一之一案。其实我们看这个案子就是非常不合理的提案，因为没有人事会把人家全数冻结，全数冻结的人事会，这表示这个立委是非常的不认真，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想他要修正，我同意，但是后面的案子，包括他要提议冻结六成，我也同意，等于是要提一个另外的修正动议。但是后面的部分呢、啊，包括杨振武委员提的几个案子当中。刚才那个，我同意那个什么草山义宾馆跟青田街的维护，我想这个数这些应该维护的，我们要维护。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们要求删除的还是要删除。我比黄昭树委员不专业多了。不需要这样子针对个人哈，你们自己提的这个案，我们跟你们支持，你们不敢啊。然后自己提的案子，连这种案子连人事费都可以冻结了，删除了呢？拜托哎，好啦，免回家啦，不是，不啦，不是共的，不是啦，不是啦，那个大家不要这样相互攻击啦。李俊文提这个案，不是讲伊不专业了，他是刻意要这样子的，还让你把讨论鬼嘛？就是讲啊，到就你全动了也没有用啊，全删了也没有用，那还是可以动资嘛。然后李俊文又唔知啊，这就是讲这个都是用心良苦啦。所以朱姓啊，你去报文哦，朱姓。好，我先给你讲。等一下，全数删除下啦。不啦，我这么看删减的啦。删减的第一页嘛，你就看啦。我叫你看麦的。对。这个一至二，哦，还有，一，这个都是删。啊，
主席，你今麦要对岸开始？嗯。第一幕里面有二三四四之一四之八是要减列29,000元。这个是哪里的？这是他把它算起来的。啊，是啦。同样的案。是这个。一至二，一至三，一至四，一至四。二月项目啊。科目一模一样。国外理会。国外理会啊，你搞啊。提案啊，一之一二，一之三，一之四，一之四之一，一之八，是国外理会要减列26,900元。但是刚刚主席讲过，它的困难度蛮高的。好，请各位委员再深思一下。好，再来这边是什么？第一幕委员提案要减216,900元。删减的在哪里？那个主席，一至五，一至一的减列1亿多，这个案子是应该要先撤掉吗？你这个案子不撤，你我们现在减这个，然后第那个一至一那个地方是全部冻结呢？通案呐，通案就通站的，是啊，啊，等了100个撤一买，让撤啊，那到时打个公告啊，啊，为大家提案先来，一至五，主席兼职部，兼职会啊，哈。杨委员，提案要396,000元，一至六是特别会76,100元，还有一至七水电费的话10%等于403,000元，啊，一至九30 class class 委员的话47,000元。减50万，但是有人很冻结啊。加起来，再减了。加起来一共减列216,900元呐、啊。这到一至十嘛，对不对？对对。好了，我们支持了，因为前面的通案里面没有要减那么多，没有减那么多，可是通案里面是全部删除啊。没啦，咱他妈安尼啦，好无好啊，处理下吼、哦，我了解十个人的立场啦。对嘞，主席，我提醒一下哈，咱过去咧信就是讲，你每一个科目节我们都在讨论嘛。假如说在每一个目或每一个节，我们有删除，那要删除的，对对对，对不对？嗯。那这些处理完，我们再回来处理通案嘛。通案，比如说我们是通案，全部要删20%，那我们就一次就删20%嘛。过去在处理都这样嘛，啊，冻结也都在那边通案那个时候再来处理嘛，要冻结要全部要通案要删多少，因为不要他等来处理嘛，所以你这里卡多我们在用你头前爱心行了，啊，行了你再回头等来处理一之一嘛，啊，跟李俊义的案嘛，哎呀，啊，啊，一个是通案，一个是税入税出的部分嘛，你这是税入税出，你这是一之一年嘛。哎，你的第一项啊，那个，咱第一目来对啊哈，一共有1亿1300多万，人事费将近8900万，所以把它减下来，所有的一般行政费用剩下2440几万，目前提案出来要删减的话有216万，啊，要给删减话就要按照那个，哦，您提案我就。你的骨退，你骨退第几节你要删嘛，对不对？像他们出国费用，他们有删，这个我赞成啊。出国费用就删掉啊，26万就删掉啊。啊、哦，然后第其他我们都认为说保留啊，我们没有意见啊。好、哦，干不起。就是来，我先来谈的，讨论删列的好不好？再来讨论冻结的。一至五的话，96,000元的话，主席的兼职费用。哪一的工？我他的一至四的，你要挑一至五啊，一至四的。好。好。主席，你来挑一至五，啊，一至四的。有我今麦讲三类，减类的，减类的不。一至四嘛是减类。好，一至四的减类，你无下掉。啊啊、一支这个上了，这个一支二是一支三，一支二是杨委员的案嘛、嗯、我们支持删除吗？好。
一至三是李庆委员的案嘛，我们也支持删除嘛。一至四是庄瑞雄委员的案嘛，我们也支持删除嘛哈。一至四跟一至三是应该是差不多啦，一样的案嘛。弄港关协议的出国会，哎、欸，什么出国理会嘛。对，然后一至五，一至五跟一至六，一个是主席兼职会跟特别会嘛，一个是两个是杨委员的案嘛，我们也支持删除嘛。然后一至七是陈怡姐委员的案嘛，是。那个节能减碳嘛，我们也支持嘛。那一至八到国外去是吴委员的案嘛，我们也支持啊。那一至九是古老师委员的意见，我们也支持啊。啊，一至十检阅那个陈怡姐委员的案，我们也支持啊。哎，我弄起起一晚的案，你干嘛弄？我弄弄。啊，你到哎，等等。啊，我弄起起啊。啊，你大鸡头，你是咧回啥？啊，你都没敢换嘛？你写法无敢换咧。没有，我们支持啊。你说到一幕一幕来就对了。没有，但是前面还有一个案嘛，对不对？同一个科目。啊，所以才要一个科目一个科目这样来走下来啊。还全部的案，我弄支持，啊，你个未使。啊，我啊，你最好啊，无你是咧回啥？我们那几人，啊，那可以讲爱几人几人来。出现出力啊，出现都唔出力啊。你是的，啊，多拢我多拢白花。哎，我拢无咧花哈，我对头到尾拢支持啊。陈委员，不好意思哦，那个让我们发言一下，因为有关那个刚一至七我的案子哦，因为刚刚那个不好意思，在信评委员会，我想请问一下有关那个水电编列的部分哦，因为刚刚主席好像有说大概5%嘛，那是不是你们比较期待的只要3%减5%，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到底这个为什么要删减到你们可以接受度是5%？哦，我刚刚没有讲说要同意35%啦。那最主要，我跟委员报告说，这个403万哦，目前省政府的今年度啊，已经超过了使用，已经比这个预算还高了啦。那我认同委员说要节能减碳哦，这一部分我已经在8月的时候已经要求我们同仁啊，务必。做到那个整个节电的措施啊，严格管控水电的一个使用啦，所以我是建议委员是说，因为他现在的这几年啊，实际租用的金额已经超过这个金额了，已经超过这个金额了，哦，像在去年他整个结算是啊，已经将近700万了。将近700万了，那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就是近年来使用都是在花费在哪些区域，好不好？谢谢。跟整个费用的，让我了解一下。是。然后另外部分哦，还有那个一至十的这个部分哦，就是那个行政管理费用的第三项，那编列50万办理接待国外宾客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提议减列50万的原因，是因为像这个接待宾客的工作，外宾的业务应该属于外交部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想要减列的原因了。那是不是也请你们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不是你们的业务范围了。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就说那个国内外的那个宾客的一个招待啊，这个很多外交部啊。外交部都会那个介绍一些国外的来宾啊到省府来访问，所以然后还有一些姐妹的一个州有42个州，他们如果到省府来访问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接待了。所以以往这个经费啊，编50万是已经我们自己把它调整下来了，已经把它调整下来，所以已经是比较准确的状况了。我跟委员报告，就说我们今年的预算啊，已经比这个年度啊少掉2000多万了。我们自己已经很准确的去把它经费省下来，那所以那个还是请委员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预算啊。那个一至十的部分，我还是很坚持啦，我觉得不需要。
就是我还是很坚持要减列到50万了。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需求，我也觉得不需要编列到50万。然后接下来有关于抑制器的部分哦，水电费的部分，因为它到8月决算书是300多万，啊不是那种概念说你预算有多少啊，决算就有用干巴的那种观念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切实的能够，因为目前绿电也真的还没有成熟，所以我觉得要带头做节能减碳，这个是应该的啦。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坚持减列到10%，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希望他们还是有所控制哦。那看减列到5%这样子。陈委员，因为我是省议员、省政府出身的，这跟上主席，我就觉得确实水电费如果要管理那么大，我是绝对讲啊，本来我不能也不应该讲这种话。啊，以省政府的立场，我们还是把它维持好，也来调整一下呗。啊，好，你先讲一下，拍谢拍谢。我有意见啊，我有意见，我支持陈委员意见，对。陈委员，刚刚我们把那个资料给陈委员看哦，就去年整个用了将近700万的水电费了，去年就用将近699万，但今年我们严格去控制啊，到八月已经剩下300多万了，所以那个陈委员的那个主教，我们是相当认同，但是还是要可行啊，没有三预算，我自己都已经在做减了啦。所以今年到八九月只剩下300多万了，但总是要让他已经用了300多万，那所以比去年用了700万，那更多。所以我已经做。来讲讲是安怎，那去年也冲到700几万呢？那就是迄省政资料馆哦，也使用量太多嘛。那省政资料馆它现在的使用量，它不可能你用你过去的资料去做这个比较嘛，而是你要依现在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带头去做节能减碳的这个工作嘛，不是说你进行开多少，你准备要开多少嘛，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对啊，所以我很认同啦。我们现在一个做法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开馆，以往就8点就开始动了，我们现在是变成9点开馆，但10点如果像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凉嘛，我们是10点才让开那个冷气啦，空调，那到开馆到5点就缩减到4点，那4点也是3点就把那个空调就调掉了啦，因为我很在乎这个节能减碳的工作啦，啊，所以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啦。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就说你们的理念我都很同意的，因为我以前就在当主计长嘛，这方面的、哦、我做的、哦、可能也不输给委员太多了，但至少是真的很努力在做了。现在我来做一个综合报告啊，看各位委员的意见。委员提案1-2、1-3、1-4、1-4+1、1-8。这个是国外费用、哦、一共有5个提案出来，减列26万9千元。那1-5、1-6，一个是兼职费的，一个是那个特别费的、哦、是96千元跟76万1千元。啊，1-7是水电费的、哦、有陈委员提列的，3-40万3千元。1-9是一般行政费用，提出来是3-47千元，1-10是维护费用50万元。这里面，委员提出来所有减列费用216万9千元。那听了我们习主席这么讲，啊，省政府也是可怜的单位，我讲话比较偏省政府，因为我省议员出身，我比较了解，所以我来建议我们一共在这几个委员提出的项目里面啊，3-100万，100万啊，科目自行调整，安尼好不？啊，拜托，安尼好不？不是省政府就可怜的啊啊。好，你调整你，现在隆重。对，这个主席啊，我有意见哈，因为我非常尊重前面的提案呐、啊，因为前面的提案包括说那个，包括有一个要全部数三组，包括有那个冻结的，那刚才冻结的部分说，冻结四分，6成哈，3减的部分，那第一那全部。
全部删除的那个案子还在吗？他有一个全数删除的啊。那是第一项全案啊，好、哦，全数删除，他在表示他们的立场，我公告拍掉，哎，那做民主吧，哎，好吧。哎，这是做民主，但是民主做何伊的？好了，那民主无做何人那好？我不是啊，我要先政府啊开始哈、哦、起来哈、哦。那我建议这样好不好？我了解两边的立场啊，然后调整一下啦。哦、我们呐、啊、哈、哦，那个三一共委员提出了删减的219,000元，那我们呐、啊、删减10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啊，关于第一目里面的冻结啊，除了人事费用以外。冻结60%，六成，跟你讲了哦。安尼有没有意见？好啦，好，你看。啊，我知啦，我知啦，你讲到第一案没人干啦，哎。来，主席，拍谁拍谁？我冻结拍谁？我非常坚持一支十案，我这个要照我的案子去减列50万。你哪不塞50万？你没有办法，你至少我要删减一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业务范围的问题。好，你意思的话，那个。一支十的话，好，100万呢，删减100万，科目自行调整，但一支十的提案最少要删减25万，好不好？安尼起来就改观。先安尼讲，我讲哈，人陈怡姐委员的意思不是安尼，意思讲一支十这个50万是一定要删除。那么刚才你所做的决议哈，我想我可以退让，因为他前面的那个部分哈，如果他们撤案，我就退，因为他们前面没有撤案。我是支持他们的案的哦，好、哦、啊，所以你就这些科目都删100万，然后支持陈其迈委员冻结六成，阿拉伯的全部删除。我屡屡被挑战，常常被挑战了，没有关系。好，我因为这两边呢，哈，要说我接受挑战，如果我在下面，我就会挑战这个问题。有一个是全数冻结，有一个是全数删减，啊，我今嘛，我大家讲呀，我这个位置很难做呢，所以以后你们提案小心一点，不要乱提案，我是白讲到白呢，你看，不然真的很难做了，好不好？哈。主席拍手，主席拍手，一点都不困难，不是。就你莫名其妙诶、啊！好啦好啦，啊，每个人不能提案啊！你讲诶，主席你，我嘛没有挑战啊。我是讲主席那个一支七的部分，刚刚就是他已经有说明过，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啦，哈。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能够达到就是带头去做节能减碳这工作。但是一支十的部分，我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这个真的我不认为是他们。这么需要的业务范围，所以我还是真的认定应该要照我们的案子去删减。那你是说，或许因为他刚主席也有说明说，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业务存在嘛？但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坚持到减列50万，但是至少要减列到一半，25万。因为一支七，我们已经认同你们的说法了嘛，就是你们的确是有在进行，那这部分我们是可以接受。但一支十真的他那样说法，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好了，各位委员，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决定，看大家的意见如何啊。以后提案自己要想、哦、当然我不能管到别人啦，但是提出来实在有时候看起来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我是以互相尊重为基础。那我们在第一目里面关于减列啊，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但是里面要含着啊，含着哈、哦、办理接待国外客户、国内外宾客最少20万，100万里面要含着国内外宾客20万啦，安尼好啦，你一定都25万啦，哈、哦，啊，第一目的人事费用啊，哈、哦，系啦，啊，第一目的除了人事费用以外，全数冻结六成。啊，60%，有没有意见？啊，我跟你讲，哦，是啦，我讲交易员跟你坐在这，我拢做尊重啦。所以我看到这提案，我大家嘛跟你支持，不要紧啦，主席你讲就好啦。好啦，我感谢你啦，好，安尼，诶、欸。
第一幕捐，我安尼讲啊，你莫讲啦啦，我恁家提啊提啊，大家吼，大家咱没有，我这是反对党诶呢，好吧？二委员哦，冻结六审可能是一开始可能就会有问题啦，那你总是要有一个时间给我们来处理啦。我是建议哈、哦，先冻两成啦，先冻两成等于冻了600多万的啦，啊、哦，那等于3000万就冻了600多万啊。那如果反对反对，好、哦，尽量。我实在讲啊，哈！姐，我就喊你支持我啦，我知啦，你就喊你支持我啦，因为我都支持了你。因为我很了解我们立法院的运作，我讲难讲的，啊，就给干嘛讲者？我本来是要个，啊，我立，安尼啦，哈。啊，那个别没有关系，我就随时挑战，我把问题解决掉，啊，把问题预算合理的处理掉。要怎样？全是冻结，全是删减，我没有意见。啊，主席，你有没有什么在看法？如果冻结现在60变为40，哎呀，哎呦，卖了卖了，40%了，我讲出来了。我给主席，有时候话讲出来就很难了。那边也让了，这边我你叫我两边两头为难。啊，好，第一幕，我再宣布最后的结论：减列100万，含办理接待国内外宾客25万，科目自行调整。第一幕除了人事费用，冻所有经费冻结40%，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第一幕照这结论通过。勉强支持、啊、没有40%，好了40%，40%40%，解冻的条件，来专案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好不好？没意见了，后来，我先把我主席任命啊。勉强同意哦。啊，我知啊，你弄夸我名字的啊。哎，现在我们讨论第二幕，第二幕这是书证业务的税出。第二幕的话，第一个提案由陈区迈委员提案，减列1266万3000元，这个是。啊，这个是主要在书证业务里面的办理各种活动，不是吧？那个，他等于全数减列了，起码你有那锦雄的啊。二至二由赖瑞荣委员提案，啊，全数减列。啊，陈立杰委员。是冻结25%，啊，这个都在书证业务，啊，接着来一个，这三个啊，啊二至四嘞，二，无同的项目哈，啊，第二幕，哦二至一、二至二、二至三是同一个议案呢，啊。啊，你不用安尼啦，哈、啊、哈。好。提案2至4啊，哈、哦，那个里面行政业务里面关于民众社会业务啊，哈、哦，业务费用啊，哈、哦，编列是2457000元，啊，全数减列，就克拉斯的你的提案。好，这个就是刚才哦，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有讨论过。我知道那个民生卫环组哈的业务费这245万，在过去大概是用来办光复节相关的活动哈，还有做这个光复节
或者是光复节相关的活动。所以理由我在上午的时候有讲到了哈，我们是觉得说这个其实可以全数删除，可以不用再办了。好，了解，暂时保留在综合讨论。关于二之四之一啊提案啊，就是也是克拉斯委员提案的，精进财务业务费用啊，编列224万啊一千元啊，提案权利啊，你那我本该决定那提案权利还觉得，没有啊，他提案的权226000元，对对对，啊，有没有异议？还是整个到时候再讨论一下。先把简略的多少了哈，好，第二幕，啊，过来三十一幕不需要嘛，25对的，那个是23那个动静，哎，25，哎，林立常委员提案，那个文教什么啊，文教及资料业务啊哈，编列预算是6,599,000元，冻结是提出来是400万元。那个执政党各位好朋友，你们是全市三类，国民党的是用冻结，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预算的时候，你们要了解立场。好，我把它公开解。好，啊，快被安了。那个委员提案三类的多少？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列出来好吧。我支持民进党所提的全数删除。按照那个陈委员，按照之一哈，那个陈其迈委员所提的简略，这是1,200,000，这是多少？1,266,000，哎，多少？1,266,000，全数删除，我们支持。哎，我今天你支持伊的提案哦，哎，我支持那个反对。是啊，我们因为哈这个。我知道那个林立常委员跟 Class 委员都有提具体的啊，在这个第我看一下第二幕的有关民政业务这个部分具体的删减数字嘛，应该是要先处理这个啦，再讲台湾光复节什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处理完回来再来通案，再来处理这个施政业务的部分嘛，才处理我的提案嘛，应该是这样嘛，所以2至4跟2至5要先处理啦，处理完再回来处理2至1到2至3。主席，包括2至2哈，那个赖洛文委也有提案是全部删除，所以我想哈，主席，主席，我猜2至2有删，如果提列删除的就要提列删除，当然他是全部提列的啦。那个科大署委员呐哈，2至4的话，光复节的时候啊哈。你提列减了多少？245万7000，等于说他这笔的业务费我是全数。这个，我建议一下好不好？啊？好。这个我建议一下啦，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哈，我晓得你的立场，但是有好几种看法啦，我们一起。好啦，那个齐麦兄，我说陈委员的，我支持你们的提案哦。陈齐麦赖乐，我不针对台湾光复节来讨论，因为如果说这个整个的业务都删除的话，那你请许主委，你请习主席说明嘛。如果这个全部都删除，你同意吗？那个徐委啊，那你习主席说明嘛。哎，这个陈昌明委员，你请习主席说明，你说明一下。好，主席各位委员，我跟各位报告，就说。早上已经跟后来委员报告过了，就说光复节我们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来办的，都一年只花10万块了。哦，那至于其他那个247万，都是已经立，就说已经固定的，已经也尽量准确的来编列的，那看委员能不能支持了。哦，光复节不是办了200多万了，我们已经今年。从今年开始，已经就是说，包括我讲说，我们弄了4个执勤的，有国台客原住民的节目。今年的花多少钱？对，是10万块。这个东西哈，我等来讲哈，徐主席，这个就算只有1块钱，我都觉得应该全部要删掉。
我觉得这笔预算哈，对我们来说，尤其在现在来说，是很不适合在办相关的活动的了。主席，我了解柯老师的，柯老师他讲好好发言呐。其实上面不能，我打掉嘛，弄个好好发言。好，麦给他打断。他这个简略其实有一点点道理啦，主席，你讲的是徛伫整个哦，恁的啊费用免啊来啦吼，还要有几人开无？反而跟提案委员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宗旨刚好完全抵触啊！你每办一个活动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心里头那个落下的那个伤痕呢、啊，他们会觉得一定不舒服嘛。你给一个你办，伊都不我都不爱看这个活动啊，对伊来讲啊，哦，好不好？啊就。也没有必要弄得那么紧张，我来必须来办这些活动，给啦。柯老师，我来调整一下好不好？如果政府把光复节的时候废掉，那就不要办；如果政府已经承认在的时候，好、哦，你可以缩小办理，不要再排除我公安的啦。我知道你们的立场，听得懂我的话就好了，没必要在这台北台，你怎么这三类的一边啊？您家的执政党讲话较细语，安尼讲话。我袂惊你替我烦恼，我都袂惊你替我烦恼。对柯老师来讲的话，你说光复对他来讲，他们就是沦陷呐、啊。啊，什么日本时代就不沦陷，他也两边都沦陷了、啊。不要，我在谈他的感受嘛，我了解他的感受。我在讨论预算嘛。我跟你讲，如果光复节政府没有删除掉的话，没有。你现在是用这里有麦克风，我都无麦克风。有啦，我可以了啦。你别跟我回，我是回秘书你嘞。不是，我才你做着虽然就好回。好，我讲，他这个提案正当了，这个提案正当嘛。我来调解一下。好了。我刚刚讲，我来调解，我并不是要求你这样嘛。光复节没有删除以前，没有废掉以前，这个暂时你就说好了。哎呦，听，我们赞成杜老师的提案呐、啊，然后我们陈委员哈，这个其实就是改革哈，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就做啦，因为其实修正这个国定假日本来是另外一个委员会哈，他在处理的。其实对我们来说，的确，就像上午、哦、我问这个徐主席哦，我说光复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你马上的直觉就是说，这个是去日本的殖民。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七十年来一直在办，所以我们今年当然要继续办下去。但我们是觉得说，今年我们的政府可以有新的作为啦。因为如果过去是错的，那么其实现在可以不要再延续那个错误。那我想，其实这个是这一个预算哈、哦，我会觉得蛮进步的指标啦。我是希望徐主席您可以支持。柯老师，我听你的话，我深深能了解彼此的立场。但是如果好、啊，你相信这个招委这一条的时候，好、啊，不要删略，可以去缩小，因为各讲的各有道理。啊，后面的问题更多。我今麦跟你讲了哈，无等就啊，哈，因为提删略，好不好？那去麦。这个不要去那个了。可是我再讲一下哈、哦啊，观点的问题哈、哦。其实我上午有说，因为其实历史是存在的哈、哦，我们并不是说要再刻意的造成这种对立。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省咨议会哈、哦，这个文献会其实有非常多的史料，其实我们现在都在那边处理啊。那个部分的预算我们也都支持，只是说要不断的再去重复办这个活动这件事情哈、哦，我认为应该要避免。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每次只要光复节的牌子一来，我们的老师就要教我们的孩子说光复节的由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错误的历史观念的再现。所以我们的历史的史料都可以保存，其实我们在另外一个领域，这个资源会去保存。可是活动本身哈、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太大，可以不办。啊，我们的同事也都支持嘛，嗯。那个，啊，这个地方啊，稍微再来调整一下。好吧，这条啊哈，等一下我们整个一起讨论好不好？我小的立场的表示，另外一位
不一定说表示这个观点，我很欣赏你的执行，但是这关暂时不要去立讨，等一下我们整个来一下，如果你光顾着国家又没有会辞掉，你说不能办，哎，没有啦，不通啦，这都要领导在那里，好不好，请慢。主席，你不要为古人担忧了。这个提案的通案就全部都删，你就全部删就好了。这个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第一个案、第二个案都是这样子啊，那就删了，有什么关系？那像让习主席去说明嘛。他认为说这个全部都删有什么有没有关系？有关没有关系？我们就全部都删嘛，我们支持他们的意见嘛。哎，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讨论。啊，休息十分钟。
现在继续开会，开会有没有？有了哈，啊，有精神了哈。不要，我再讨论一下，跟他们讲一下哈。光复节在这里，二字数，245万。各位人，刚刚啊，那个第二幕啊，第四个提案啊 ，Cross 提出来啊，民众社会业务啊，哈，前述的那个简略啊，哈，245万。但是我了解 Cross 的立场啊，哈，等一下我们再来，前面看要删多少，还要冻结多少。还有 Class 提到二字数之一的提案，那个捐建财务业务啊，哈，224万1000元减列啊，哈，22万6000元啊，哈，这个一遍讨论啊。好，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所有委员提案的时候，一共要减列的，一共多少？没有前述简略的那个晚一点，他们委员提案的。前述简略的也是委员提案呐、啊。不是。前述简略也是委员提案，他不是委员呐、啊，是委员呐、啊。第几？嗯。第二幕啊哈，委员的提案呐、啊、哈，除了前述简略以外啊哈。哦，委员的提案一共减列了268万1000元呐、啊，冻结714。啊，冻结啊哈，714万元呐、啊、哈。那我现在先来讨论减列的部分，268万1000元。那个徐主席，讨论减列的哈。因为减列260几万啊，最主要是 Carlos 的那个提案啊，要全部删减，把247万啊，全部把它删到一毛不剩，才会那么多啦。实际上，如果说只有用金额来减的话，它是只有没有22万多啦，22万多。没有，你22万多是社交那个对财经那个捐建业务的，这个是社交文物的。244万5000元啊，244万5000元那个是。它是民众社会的业务啊。业务会。嗯，业务会。民政社会。对，它全部要把它删掉，245万才会变成有261万呢、啊。
好，我来做简略了哈，简略681000元，好不好？你说什么？你现在要简略哪一个科目？你要指定科目吗？还是怎么样？两个简略的，一个是叫做是那个证券业务的跟。第二幕啊，哈，所有的简的话，哈，以这里用第二幕来检查会比较干净。第二幕简略681000元呐、啊。啊，除了啊那个冻结的时候，陈其迈委员说冻结60%。啊，陈立杰委员是跟省政府的渊源特别深，他讲冻结25%，25%。等一下，我知道。哎，黄委有什么意见？哎哎。我知道。这些我先讲一下哈，我本来有个提案是一般行政跟市政业务啊，这个应该是写错了。一般行政是加班费哈，300-200万那个哈，你起码可能通案3。啊，基本上呢，我刚刚听了大概那个徐主席讲过，好，不休假加班这个我就比较没意见了。但是有一个超时加班费哈，754000元哦，这个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些处理啦。哎，因为省政府现在的功能这样子的，基本上我认为不需要有所谓什么超时加班啊。这个跨主席被说了迎接不？那位刚刚啊，我们先讨论通过了。我知道这是头前迄个按语当初下旬下的迄落位。我安尼啦哈、你很坚持，我们都不反对哦。我现在只是跟你这么讲啊，恁大家别表哦啊好。那个主席，那这个在立法院的文书里面哈，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打马虎眼的。因为有一些案子已经正式提出来，而这个案子的确在每一个各个社会的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第一，我们刚才在讲的，现在在讲这一幕里面，他前面两个案如果没有撤案的话，那你怎么会有后面的删除案？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案子他们没有撤，他们。像刚才第一幕也一样，他们必须提撤案哦。他们没有撤案，就是有记录嘛。你那个记录在的话，在立法院本来就是这样啊。对你立法院已经提案，委员已经提案，而且案子放在委员会在审查，啊，你可以无视于委员的提案吗？不可以不处理，要撤案，那个本来就是要撤案。你请你那个。主秘，你请那个主席，你请主秘说明要撤案吗？或者是怎么样？主秘，一般的是怎么样？好好解释哈。我想这个由委员来决定，撤案只是一个方式之一啦。如果不撤案的话，我们就是支持啊，就这样支持你主席就要处理啊。第二幕简略68万1000。他前面有嘛？两个案子都是前述前列嘛，对不对？两个案子都前述前列嘛。是你不捌审过，还是我不捌审过？如果有审过预算的，会提这种案子出来，很好笑，好笑。好，不要生气。连人事会都可以删掉，超好笑的。好，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哈、我们好好的来检讨预算，是哈、不是吧？对了，可以了，他们说散会，他们说散会啊。不是嘛？你也各方面都有意见嘛？主席，所以他们在提议要散会，要散会都会优先处理啦。好，要处理啊！那个刘委员、陈委员，
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互相容忍一下。以前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给主席来做裁决，当然也就好会啊，因为两边的人手都太强了啦。好，第二幕，我们来看主，看来那个，赵伟来做这样的结论，看大家意见怎么样。第二幕里面呢，二之四跟二之一的提案啊，减列一共啊268万1000元。那赵伟是建议减列68万1000元啊，冻结的时候我们仍然维持，陈委员要40%啊，25%。没有啊，我们最要用的，用你的25%。这个案子好。这个这是他的案子。没有，来，我先讲一下我们那个二之三的部分了哈，因为那个我们因为里面的市政义务内容有包括监督各县市政、社会行政、卫生法、农业、交通、财政这一些等等啊，但现在其实都已经自治了，好，所以基本上还需不需要？为什么还要编列到这么多钱呢？我希望他们能够来做一个业务报告啦，我们再解冻，好不好？这个合理啦。对，会哈、啊。现在问黄委员、陈委员的意见，他25%，冻结25%，你的看法呢？那个这个部分哈，包括就是现在就是第二幕的部分嘛，哈，对不对？我想我不针对二之三啦，因为刚才第一幕的时候是冻结40%嘛，那我们第二幕一样，如果说他们的提案是全部都减列，那我想我尊重主席，我们一样冻结40%。陈委员，我晓得你有心了、哈，跟上次一样啊，这样开会比较快，不然要讲我没有能力来领导这个会议一下。好，我做一个结论，看个嘿。所以二之四这边是怎样？二之四这边也被支来了，我给我做结论，你看了、哈，好，第二幕减列68万1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冻结40%，40%，到底讲40%还40%？好，冻结40%，40%。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报告以后才能。对对对，好，我这个有时候想一想忘了，我只是多几次就会很熟了。今没哪，你。没有啊，第二幕全部冻结40%啊。但是二案出来啊，他也是，第一节的也是全部的钱冻结25%，那个案子就改成40%。那个陈委员，你拜托我给十五趴了，对吧？不是我拜托你给十五趴，你我知啊，你跟我一样心是非常仁慈。向着省政府的话，哈、我这一点呢、特别特别你要习主席，你要更加特别谢谢啊，啊，我再来一次哈、第二幕减列68万1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啊，冻结40%啊，哈、经那个到委员会专案报告以后，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样通过。试一下，过来的，来，过来的。好，开始讨论第三幕。400万，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呢。第三幕啊，哈。就是一般建筑及设备，那第一案提出啊，全数减列298万7000，3之2，提出来陈一杰委员提出来减列100，3之3案其他设备，杨振武提出来3减100，没有了。那个徐主席，你报告一下。
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其他设备哈，去年是编了3,318,000块了。那我们去的，我们就自己把它已经删减到不剩，剩下不到300万了啦。所以我们也是用最精实的方式啊，来编列这个经费啦。如果说委员如果认为说还是要删，我是建议哈，可能在10万块左右啊来删，因为我们已经。最精简的方式来算，哦，看委员能不能同意啦。我们已经自己动刀了啦，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这样。我这样来一个提议好不好？一个建议啊，哈，把所有第三幕里面的一般建筑及设备啊，我们仍然冻结40%，哈，就要到内政委员报专案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这样好不好？好，各位什么意见？不好，我支持陈一杰委员的意见呐、啊。那个，因为他这个部分，他冻结，他没有，他要删除啊，他有三类啊。对，他提案删除啊，删除了以后再冻结啊。除委员290万啊。我有联署的、啊。好。因为你们没有，因为上面编列的是换冷气机、电视机、照相机跟音响设备等啊，好，所以其实我们编列只有删除，就是我们只建议删除100万，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编了234万4千去做同样淘汰的这个名目啊，所以我们认为到底你去年才淘汰一批的，然后你今年又淘汰一批200多，今年又要再编预算再淘汰一批200多万的，那我们是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到这么多啦，而且。依我们了解，你们电脑数量其实职员没有这么多，但是电脑数量也好，包括印表机等等这一些哦，还有你们编列里面的，其实数目都不需要到这么多。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要建议你们是先清查看现在的财务跟物品的存量啊，再去检讨到底需不需要？应该是依实际的业务需要再去做编列，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就是先删减这个预算100万。我来建议一下，减50万怎么样？啊，100万，你个台的贵也都无歹，咱来讲这实在啦。县政府啊，较早就大，好不？好，那我们第三幕减列50万，科目自行调整。其他的哈，就通过。没有啊，那个冻结啊。当然要冻结啊，人家前面的是全部删除啊。因为它是前面是完，一个月它整个是完全简略呢，我们只是冻结，叫他来报告。那如果说如果不是，因为它前面是完全简略，所以本席要求，因为我不会做完全简略的这样子的要求，我认为说预算做完全简略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所以我要求要冻结报告以后再动之，因为我这个其实还蛮，因为刚是因为看到主席那个招文面子啦，所以我们删除50万，不然基本上说真的，因为去年你们才编列200多万的啦，那今年又再编列200多万，要去淘汰这些东西，说真的，其实加起来400多万，我觉得过多啦，因为你们现在规模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大。那包括你们要淘汰的东西，还有照相机、音响等等，这个到底有没有实质的需要，或者一些硬体的设备，就像我们说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差不多50万应该是。不用啊，不用啊，没有啊，没有报告，我们这里没有写要来报告啊，没有啊，没有啊，可以啊，我们当然可以改变主意了，因为你们的提案是290几万写在这里，白纸写黑字的，你到底认识这个字吗？对不对？你们写的那么清楚，你有讲的这么清楚，对不对？好，那你好，我来什么？对啊，简调解一下，减列50万，冻结25%，两成五
哈、哦，到委员那位专。不要了，不要了。上班、下班、下午下班弄太刁啊！你怎么个冻？好。我那边在冻结。好了，大家都很尊重我，请我说做决定，跟各位报告。那减列五十万，好、哦，第三步减列五十万。没有意见。哎，我们下面那个案子也包括杨政委员，我们共同提案，我们这也是上一百万吗、啊？我们有提，那就上一百万呐、啊。对啊，我们有意见啊。有案子啊，怎么会没有案子？你是没有眼睛吗？你去看嘛。下面这个案子你没看到吗？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啊，你自己看。我跟杨政委员大家一起提案的，怎么会没有案呢？他有删减一百万嘛？我们下面那个是也有删减一百万呢、啊，怎么会没有？好啊，好，让我想一想，是要恼羞成怒了，自己提的案全数删除还不敢承认。啊，没了。删掉嘛，删掉嘛。陈义举是两案数，减的话减六十。官长提案哪弄啊？叫列一组，我再叫你改提案嘛。那个，好，好，好。主席再召开会议，大家冷静一下，不然我等一下就双边过来。对了，没什么浪费时间。以前我开到十二点就跟着你开，你陪我开一下会怎么样？好了，少讲话，拜托一下，大伟。那个陈伟，阿联提，一些没有效力的提案在这里，真的很好笑，主席，真的非常好笑。哎、我们的提案是删一百万呢、哦。那个陈义姐委员上一百万，我们的提案也是上一百万吗、啊？你们自己看到吗？光这边啊，你天能平点，你刚刚讲委觉得好不？主席总共有三个案要表决也没关系，一个是前述删除，一个是刚才陈义姐委员退到五十，另外一个案子，杨政委跟我们共同提案是上一百万。那个李委员不要生气啊，哈、啊，大家讨论一下嘛。他生气很多。啊啊好。主席啦，我你讲者，来来来，哈、啊。我讲得好啊，你讲。好啊，那个黄委员，陈怡秋，我在白鹅镇三方面拢在欢喜，安尼才会用，安尼开会唔够有意思，嘿。安尼啦，咱走吧，好不？那咱啊，咱这人是蔡清安画的嘛？哎，咱徐永明委员哈，不是，我先讲徐永明委员看到医生的时阵，伊就讲省政府的预算全部要归零。嗯。啊，我不敢让省政府的预算全部归零，所以我还很认真的在这里审，因为我也看过他们的预算，的确他们有一部分是比去年编的少，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执政党自己把所有的预算都提案是要全部删除。我想我可以忍耐，我可以忍耐，但是你说六十万，我也尊重。好，谢谢啊。话题我虽然年纪在这里面我最大了，大家都很尊重我。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好，第三目删减六十万，好不好？就这样决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第三目就照这样通过。那您自己提案的哈。啊，现在讨论此决议。哎，这个要谁要练的？还是练过了，练过了。第二没意见。哎，主席、啊，哎，那个第二那个我们那个习主席有什么意见？好，你那里下个多多。有没有意见？还有金马的，还有咨议会的梗。最后再来处理。主席，你用麦克风讲，因为这些在立法院都要留历史记录的。我想那个
台湾省政府啊，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哈。那我早上也跟各位报告说，原来第一次精神的时候，员工还有552万呢、啊，那到现在只剩下51万呢、啊，是十分之一的人在维持这样的一个运作了。那原来在88年预算还有44亿4000万，到现在不到1亿3000万呢、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说因为这个宪法的一个规定，它还是一个机关，就说虽然是由行政院派出的一个机关呐、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我们那个如果说这些法律没有相关的一个修正呐、啊，叫我们去做一大堆的东西，我们确实也无能为力啦。所以我是建议说可能这些决议哦，可能先不要去，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刚刚遵照各位委员的决议，我们都要来报告了嘛，预算也该删的也删了，该报告我们还是来报告了，所以未来要怎么走，可能我们都还要跟其他机关，包括人事总署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详细的研议啊，再来做可能比较好了，不然又做了很多的决议啊，让我们来做，我们实际上我们好、哦、这些人来做我们的同仁也处理不来了，所以是不是这些主决议啊，就说先不要通过了，哦。那个主席啊，我的意见是这样啊，第一个主决议一跟主决议二其实都是类似了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只有主决议五，其他的都类似这样的案件。我建议我们还是要求说一年内哈、啊。要完成整个包括省政府这些人事业务、哦、包括移拨借调等等这个通盘检讨啦、哦、那行政院假如认为说要修法，那就把行政院的修法的意见送来嘛，不然我们委员会，我跟李俊毅委员，我们也会提案啦、啊、就整个这些人员移拨等等这个部分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啦，这个也不能再拖啦，那我们可以体谅说一年、哦、因为现在这个，因为其实这个讨论已经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了、哦、所以一年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部分行政院还是要做一些规划、哦、跟处理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不然拖到什么时候、哎、还是要处理啊。对、哦、所以我的策案呢、啊、我就并到李俊毅委员的案子。是通案检讨的是不是主决议二啦，一年之内通案，哎对，一年好，那个没有主决议车啊，那那个其除了主决五以外啊，哈，如果用那个，哎，五还是六？用五或六做一个了。主决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都是一样的案啊，都是一样的案，还有六一样的案，一二三四六都是一样的案啊。啊，请问 那个谁？对，嘿，李俊毅的在哪里？好了，我们就以主决议二哈，主决议一二三四六其实是都一样。对对对，都一样。一样，那我们就以主决议二。对了对了。为主了。然后里面的那个主席啊，你调料啊。主决议二为主了哈，但是这个人员移拨、人事业务调整这个部分，就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跟福建省政府了，这个三个单位了的主决议了。我们现在在当然省台湾省政府就以这个，你现在他是省政府的，啊，现在省咨议会李俊毅委员的这个案就可以了，去调整，然后变成三个机关都一样。一年完成规划，对啦，你们都安尼改，你那种调提高啊人啊，啊，就本来的规划，所以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原则上关于台湾省，啊、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还有金门，哎、福建的省政府的话，以主决议二为
一个原则来，好、哦、啊，以一年化完成规划，然后通用到每一个，三个单位去，好不好？啊，你们修改一下，直接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啊，省政府的预算，啊，够啊，五啊，啊，哎，扩大十了。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我是跟拜托一下那个台湾省政府啊，因为贵企哈、啊、业务费有一些都移拨到去当补助费用，就作者那边民意代表来了，请一堆补助医生，这个以后不能再补助，业务费就是业务费，补助就补助，要讲清楚，好不好？绝对不会有啊！跟各位，我考到给你证明。主角五，柯老师，您表示意见。好，这个主角五、哦、我是非常的坚持，因为稍早在这个光复节的预算里面，我们已经同意同三了嘛，所以我希望、哦、这个主席可以承诺、哦、明年不要再办光复节的活动，并且明天可能你们即将要办的，你们一定要修正内容。那再来就是主角一的内容的部分呢，就是在非常有限的预算里面，就算要办也应该要办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活动。主席，我有意见，我想我尊重这些原住民委员他们的所有的案子，但是我们内政部有一个国家纪念日，到底这个纪念日要排在什么时候？我想有很多的历史，尤其是原住民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历史，本席认为应该把所有的原住民找来一起讨论，到底要定哪一天。我觉得必须要跟内政部那边的国家纪念日那边要做一并的一个并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光复节的部分、啊、我想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渊源。当然我尊重国老师委员的他们，也就是说原住民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很多台湾人民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至于光复节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找不同的来讨论过，我们才能够把它做得让大家比较周延、啊、这是我的意见、啊、以上谢谢。谢谢黄委员宝贵的意见。那个 Cloud，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光复节你也不要那么勉强，但是如果在你的这个主决议的案由里面啊，哈，另应举办宣扬原住民8月1日原住民族日之活动，好不好？两个同时办啊，好不好？各有历史的背景。原住民日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定哦，你不能只定8月1号，因为原住民日本席认为应该把我们台湾有16个原住民的不同的族群，大家应该讨论过决定是什么日子，而且我们的国家纪念日是经过内政部讨论的，必须要由内政部找我们16个原住民的群组来讨论是哪一天，这样子才是正规的一个国家纪念日的一个方式。我绝对没有反对国老师委员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群组跟每一个群组在我们这块土地的感情是不容许用这种方式来分裂的。了解，让我讲一下、哦、这个黄委员可能有误会、哦、因为现在内政部的纪念日值实施办法、哦、里面已经定了8月1号就是原住民，有已经公告，我们现在跟光复节一样，现在是只纪念不放假，对，只它是公告了，所以其实从民国100年，我们就已经有8月1号原住民族日，每一年我们的原民会都有办相当多的预算，哈、哦，就不是预算了，应该说相当多的纪念的活动啊，在有限预算里面办纪念活动，所以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由来是纪念1994年宪法把三包改掉。改成原住民族，这是8月1号原住民族日。至于16族的岁时记忆，其实那个各族他自己有在办、啊、所以可能不是黄委员讲的这个、哎。所以我认为在这边，我这边的主决议的案由写的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活动，其实是没有冲突了，就是这一天。所以这个你的主决议文、啊、因为你刚刚讲的不能办光复节的活动，我觉得会造成
我们很多的对立在。那你很注重原住民，就八月、那个就以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的活动，好不好？加设一个，好不好？对啊，就是、这个。好、哦，不要讲说光复节不要不要办嘛，大家互相一下嘛，好不好？互相哈。对啊，所以其实我的主决议里面是这样子。哎、啊。啊，主决议这样，但是不能讲说光复节不要办，你自己办你的，不要去牵制到别人了、啊。那个，我建议是中央有办。省政府才办，中央没办就不要办了，然后你就看中央政府看着办了哈，好不好？那这个中央的政策了，主决议文了哈，那个再加一个另应举办宣扬原住民族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之活动，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就照这样通过。就是中央如果要办，那个你了解谈完就好了哈，好不好？无你安尼治啊！你中央唔办，你叫唔办，这台都台湾省的呢，啊啊，好不好？看得怎么样？好不好？大家不要，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那个三减数哈，如果有提出来的话，就全部并入在你讲的那一个三减的数。没有叫刚刚结论这样嘛？好，那我们宣告一下，怎样宣告？你写给啊？为什么呢？这个提案啊都没有事先看到的。哇靠！好好好，是这个三减四哈。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哦，今天我们省政府的预算啊、哦、审查快要结束，但是我也仍然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一、第二、第三幕三减四包含委员的提案。什么包含？就是所有的委员的提三减四的部分都包含在这里面。没有全部在包含在内啊，有一些提案就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刚刚我讲这样，你安尼顶得好差吧？你安尼。删减的，全部要删除的，就是调整安尼就好啊。好，安尼处理就好啊。你安尼就好，我唔知道你个代表委员要删无，好不好？好，那我们省政府委员，省政府台湾省政府的预算，我们审查到此结束。谢谢省主席、各位省政府官，还有各位委员。那第二个，我们继续审查台湾省这一位，那个张主席，你等一下哈。啊，那资料呢？你稍微等一下，说这个会议程序怎么？哎，啊，关于啊，省政府预算呐、啊，委员所提出的第一案、第二案哈。还有通案一、通案二、通案三。恁下话恁都爱了，我恁那不拍摄。还有二之一、二之二，请各位委员呐、啊，把它撤案，好不好？提案的人把它撤案了。好好。这出啊，这个把它撤案掉，好好，我们完成程序。那个没有撤案的话，就是在里面。对，把它撤案啊，那个我办公室的也要提早资料给我哈，硬要也把它要过来，好不好？我都还没有看资料，你叫我来主持的，你那么人家别人都有了，我们怎么这样？来休息十分钟。
好，再审。不是啊啦，金牛重重的啦，规日发的干那委员会的信呢？好啦，继续啊！各位委员这么努力，我感觉很敬佩。买冰淇淋过来，火鸡排都有那么大。人家已经提案给你，请你上位了，你还我还要休息，赶快审啊！报告各位委员，通案一到通案六，我们等候，那个最后再处理。那个审咨议会，我们就从……我怎么没有审咨议会的资料呢？哦，在哪里？我这是省政府的。第一幕里面的哈，我们从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一之五，一至六到一至九，有没有类似的？都是冻结的还是怎样？你没有有没有同的？主席啊，其实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这里面有一至一，有一些提案当然要简略，但是一开始也有全书要删除，也有全书要冻结，所以就跟刚才念的，就是说。那个删除跟冻结的那个部分，你还是要处理。然后我们的通案看怎么做。那请主席现在一个一个案子来。好，大概我们从一至一开始嘛。一至一是全部冻结的。一至一一般行政里面全是冻结。一至二全是冻结，一至三是一般行政费用，全是删减。我们从一至三删减的先来讨论，好不好？一至三的话，特别会前述删减，对啊。那个报告主席哈，一至三、一至四、一至五是不同的项目了。对对，不同的项目。那我们刚刚比照台湾省政府的处理方式，哈，一至四、一至五那个交流的部分跟特别费的部分，我们就一并等一下讲一个总数来做删除。哦，我们就跟刚刚的那个台湾省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好，那个删减里面一共删减的有多少？你帮我列一下，先列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都刚刚了啊。执行长，代理的先说明一下。那个，请我们代理执行长说明一下，我们先谈删减的。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一至三这个是一个涉及到中央统一的一个规范的，是一个体制问题。那个特质会的部分，建议啦，如果说可以的话，是如实来编列了。那如果是要在统三的部分，应该是在未来的一个朝野协商，它会有一个统三或是统一检讨的一个空间。那在这边是否容许建议是不要删？那一至四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整体来讲，在议会平台的一个国际外交来讲，还有其他的业务的联系的相关费用啊，我们其实每年来讲，我们都有如实的来编列。那今年的总体预算来讲，我们其实自行已经简列了800万，那这边虽然是编列到115万这个部分啊。请各位委员能够体察，能够容许我们来做编列。那一至五的部分也是一样，并一至四的概念来处理。以上补充报告。
一十九是271万哦，前列哦，好、哦，你要看好，还有一十八前列的哦，100。刚李委员是讲说1-3到1-5嘛哈、哦，先处理一下。全部讲完，所有简略全部讲完，好不好？哈、哦，啊，好。好，好是。那再跟各位补充报告，1-6的部分，这个基本行政的一个工作维持费，那水电费哈、哦，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逐年在做蹲节，那整个园区幅员广阔哈、哦，那整体的一个水电费是跟立法院的一个中办做一个平均的一个分配，其实我们是分担50%。那如果在这边减列10%，可能在资应上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哈、哦。那也这部分也请委员多给支持，不要删减。那1-7的部分，其他杂项。杂项是税入的，刚刚哈，税入的。1-8，1-8刚刚其实是并在1-4的一个报告了哈。那1-9，那这是因为我们典藏了一些文物啊、哦、管理哈、哦，那还有研究未来的那个价值应用啊、哦，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来做这方面的一个预算上的支撑。然后做深入研究跟那个数位平台的一个架构哈，来能够让整个一个相关的史料能够完整的保存跟修复跟做价值应用，请各位委员可以给支持，不要删除。那以上报告。好，谢谢我们陈代议处议长的报告，您帮我加下数目多少？另外跟各位报告，因为现在又送来一件叫1-1哈，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因为其实过去这些资议员都是无几职啦，那过去所谓的这些议员有研究会这个部分在87年到93年三届是有编列，研究会是每人6万，那助理会每人是4万，一共编列2位。那其实研究会跟助理会这么，我们三届之后，我们都通通没有编。那其实，在编这些出席会啊、哦，跟那个交通会，其实都跟中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每次出席就2000块啊，交通补助会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在支应的、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个费用的编列。其实都是依规定法制规定的一个方式编列，没有胡编的意思。那个健检跟甚至理健也是都依统一规定来做编列，有一定的标准了、啊。那也请大院这边可以支持。我请教一下哈，你们的助理费用跟研究费用是97年以后就没有编了嘛？好，你们现在唯一有编的是出席费用嘛？好、哦，就是说有去开会才有嘛，哈、哦，那一次2000块就是依照这个所有的标准来处理嘛，好、哦，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这个交通费用其实也是一样嘛，好、哦、，OK， 好，那现在17位委员现在还有在开会吗？目前就是出席定期会，每年定期会，一个上半年跟下半年，那每年如果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不超过50天。啊，哦，我现在在统计啊，哈，但是你有一个68，我看嘞。我建议你哈，把那个总数看多少，然后你来处理一下，然后第一样可能请他们还是要撤案，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冻结多少的一个一样的一个标准来处理。好，我们照着省政府这样来处理，讨论完了请他们撤案，好不好？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现在在省咨议会，第一幕里面，好、哦、所提着，先讨论的那个删减的所有委员的提案，啊、哦，那个关于删减的话是第三案特别会68万3000元，再来。水电费第6案，水电费14万
9000年。再来第八案，连续业务费用115万元。那第四案连续费业务费用说3减10万块，我这个就没有把它列在一起，因为第八案的连续费用提了3减115万元。第九案这个业务费271万4000元，所以所有委员的提案里面，一共加起来，所提列的三减的总数是469万2400元，2000元。那各位委员，我来提一个建议好不好？把它3减69万啊。对，安尼想过帮助比赛，至少250万呐、啊。3减250万，然后其他的一样四成来报告。省政府一直省政府啊，省政府不，省政府三减费用我去中央，178。3减100万。不是算。整个。不是也总数啊？我记得总数看那一个。244万啊，减了多少？减掉后来100万。100万哦，黄委你很英明哦，你速度很快、啊。这个支持一下了，因为其实里面的费用，我们其实都很坚持在。我们很支持改革，因为哈、啊、这方面那个代理支出大部分都是法定支出啦。那这、请支持一下啦。不是，因为他们整个的提案我们都很支持，所以我想。主席啊，你说不你给创好啦，你说不了，60几万我未同意啦。安尼啦，哈，拜托啊，都还税平者，真的都很多是法定支出啦。因为有时候是我们都，你没有听到人家今天沈主席在这里的答复吗？你问那个沈主席，你现在那你提案嘛，你提案嘛。安尼啦，哈。要嘛你做主席而已嘛，你提案嘛。好诶。有当时我较私心老爱啦，安尼啦，100万啦，伊拢弄啊。啊，但是因为所有偷偷的经费是比省政府还要少。对，我先补助就很小了，那可用的资业务跟相关的费用真的很少。那个资长，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那个议会交流的那个费用好不好？议会交流那是因为73年开始在就是我们每年都大会组团去对姐妹市的概念了、啊，那推动那个议会平台的一个外交了，那也是都透过那个外交部。今年因为预算被冻结，就没办法来做执行。所以今年没有执行了哈、哦。对，没有执行了、哦。我建议这类什么都太刁了呀。不是这个，当然，大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都支持。只是说现在的国民外交哈，外交上的是有它的困境。那如果说建立60-70年的一个这种机制哈，断了真的很可惜了。这个其实花费不多嘛，40来万，每年组团大概4-5个人的一个费用，大部分都是机票钱而已啦，机票跟住宿一个费用而已啊。拍子要框掉，第二幕带一起处理啊。不过，你规划去美国跟大陆地区了，我觉得这个再评估看看了、啊、哈。好，这样。因为大陆也是只有53,000而已、先处理的啦，第一幕先处理的。要他问了。来，我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一幕啊哈，我们一共所有委员提案3减469万2000元，啊，我提议建3减100万。啊，科目自行调整，啊，其他的预算冻结45%到，40啊，哈、哦，到40%到内政委员专案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好、哦，使得动之，这样好不好？你们宽心一点，不要算那么多了。哦，拜托，因为母数本来就很小，啊、可用的资金真的很少。因为省府才100万，我们也是跟了100万，真的。对对对。40%。对了，帮忙一下，支持一下。黄委员，我
我甲伊讲，起码贵个安尼落来，那边全是冻结。第一幕，我三千三千。我了解啦，所以有钱哈。看，减掉100万没事实啊，好不好？好，你交安尼来较好了。好，好，好，第二哈。哦，第一幕啊，哦，我还要再重新一次啊，哈，跟各位委员报告。哦，第一幕的预算啊，3-100万，啊，科目自行调整。啊，第一幕除了人事会外，冻结40%四成。啊，好，那我们继续第二幕。第二幕是什么？议员的咨询费用哈、哦，好，第二幕第一案呐、啊、哈、哦，我讲了2-1，第一案呐、啊、哈、哦，全部的多少？前是前是三减了、哦、啊，那那个请那个朱议长报告一下好不好？哈、哦，啊，你搞下去，通给去嘞，哈、哦，冻结加减列我去。包委员2-1这部分，这部分其实上午有跟各位委员报告，可能是误会了哈，因为提案的太少哦，是因为有两位委员提到了两位委员是一个是议员，是一个是周益梅议员，是因为刚好任期往生了哈，啊，一个是。李明美，他是因为桃园市升格，所以他就是请辞丧失这个资议员的一个资格，所以才会提到这两位提案比较少，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那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的按原来的一个编列数哈、啊，可以能够恢复他们的一个这个预算的一个编列了？因为其实在议员的一个提名跟任用哦，这牵涉到院长跟那个总统人事权。其实假设他未来资议员没有就是补提名，或是没有提名，那或是用到最低五人，那其实自然这个费用就不会用到了，那自然就会减列。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委员可以大力支持一下。那2-2这部分，这个。其实刚刚也跟各位委员报告，其实已经没有研究会这个部分。其实他现在的一个，他们都是无几职啦。那相关的一个费用，只是说他来参加费用，那我们的筹办的相关费用所有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资应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各位能够谅察，因为其实他领的是只有出席会跟交通相关的费用，没有研究会的。哎，那2-3的部分。其实跟这个前面是一样，2-4，刚刚也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议会的一个交流的项目哈，那其实编列是其实是，就是真的很敦结的。那刚刚也这个部分也处理过了，那2-6的部分，这个也是一样，跟前面的一样，2-4跟前面处理的案件是一样，那2-6也是一样。那请大家大会可以支持一下。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哈、嗯，第二幕是议员执行业务费用，里面有第一节那个朱议员的费用，第二节议会交流费用，第三节是朱议员会馆的费用，现在一共那个委员提案要求删减的，一共多少？多少？304万6千元。现在有提出来删减的话，有304万6千元呢。嘿，啊，其实这个，个台瑞，其他都无啊，哈。
安尼啦。那个主席，我报告一下了哈，因为地方制度法十一条规定，省咨议会哈就是五人到二十九人嘛，那现有是十七位嘛，好，那未来哈，其实我们只要留下一位了，最多最多留五位的预算就好了，好，不要超过五位了，啊，不搞应该给助力了，哦，啊，省咨议员的提案哦，老实讲都很离谱了。哦，国家有一个提案呐，哈，年关将近，几庆下滑，应将过去取消或降低的军公教慰问金恢复五万以上皆可以领了，五万以下都可以领了。这都是省资源的提案呐，啊，这起来是拢免老啊啦，好，拢免老。所以我依照地方制度法十一条的规定，我留下五位的预算，其他通通删除。如果照你委员所讲，留下五位朱院啊，但是朱院没有薪水，他只有开会才有钱啊。安尼过去，业务会如果只有朱议员这样就好，嗯。其实五位的简略是不多了，其实会议如果真的是如果五位，那剩下五位开会，还是要大概要减多少？一个人每天两千块。一个人每天两千。安尼过去。十万块，对吧？十万。啊，今麦存五个，减八二万，哎，十七个嘛，减啊存五个，啊减十二个嘛。一个人十万呢，一个人五十万呢。啊，现在是，啊，现在讲要求剩五个人，十九个，恁编列是十九个人呢。二十一个啦。二十一个两百十四万呐。嘿，两百。剩五个就变作剩一个一百万啦。啊。五个剩五十万啦。安尼啦。减一百万啦，好。我们第二幕啊，安尼好不好？那个在。农庄话题，伊这个三百五十不是三减。什么公积的意思？讲减掉。全部三减一百啦。十万块了。对啦。二十一个人只留五个，要减一百六十万。好，阿春的迄落款呢？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哈，那在第二幕里面呢，哈，我们减列一百万。不会的，哦，啊，那个朱议长，哎，啊，你减偌济？一百。两百。两万。啊，减列啊，哈，一百五十万呐。无啊，啊，你讲存一百万对啊？无啦，你迄人啊。两手咧减嘛。我减两百万啦，减两百万。减列两百万。确定。确定。好，要不你说明一下，那个朱议长。不，拜托他。不是啊，小王老师，因为留着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也适应不了，也所以但是有一个弹性空间的东西一下，因为这个减少院长跟总统的人事人员。好，第二幕那个陈代议长，你还要不要再跟他们解释一下？好，黄委员，减列两百万，那个机器中播三年啦。啊，第一人是中播三年。省咨议会啦，哈，这样子好不好？减列一百万啦，那个陈委员。哎，
你现在闹对全部三个两百，就变一百，这是奇怪。我省一眼出生的，叫我自己宰自己的人，你把修改了扣的。省吃一眼跟省一眼不一样啦，啊，不一样啦，不一样啦，不一样啊。哎，拜托一下，那150万呐，我要替你拜托你了，嘿，一直搞拜托，我叫我给你拜托啊。好，你给人家去也拜托了。来来来哈，哎、欸，那个主席，嗯，这样子哈。嗯，来，那我们这样子哈，第二幕减内150万，啊，哎啦，安尼差不多啦，哈，减内150万啦，啊，科目自行调整。啊，这个我看不要再冻结了嘛，就人事费用的支出了，好不好？好，第三幕，第三幕是关于议事的业务。第三幕啊，哈，陈其迈委员说减列，我看第三幕多少，全是减列了，我利息找要微贷。啊，这个，那个你那个典藏的是在哪里？典藏就过了啦。典藏的够了吗？第三幕了，进来第七幕了。啊，第七幕啊，来那个陈，戴议长有什么意见呢？哎，说明一下啊，那个来，我说明一下，留个记录了哈。那个他两个项目嘛哈，一个是召开大会105万，啊，议事文物管理是239000嘛。那议事文物管理这个有需要嘛哈？因为来还是要知道说过去省议会发生什么事情。召开大会那是我建议减列一半了，就减列50万了。所以第三幕129万就减列50万了，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嗯，村长，另外哈、哦，有一笔哦，就是在我提的这个3/2，看起来是钱不多哈、哦，但是其中有一笔我是蛮质疑的，因为其中有一般事务费108000元，好、哦，那这边有提到说要办理议员问政剪辑录影带后设资料制作。议事就照片征集及数位化影像制作等工作所需经费，以我的了解，去年也编一模一样哦。但是我今天来看哈、哦，这个都是现在的网站印出来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影音哦。也就是去年也编这么多，然后也要为明年，也就是今年编这么多，明年也想编这么多，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音剪辑。然后呢？其中唯一那么多的委员，只有一位林娜林女士，她有一则影音剪辑就在这里。那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一笔钱哦，可能蛮有问题的。可不可以请这个执行长来说明哦？那不然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就跟委员报告哈，因为陈如妮刚刚所提，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影音的一个影像啊。或在网站呢，则数真的太少。那现在今年我们其实每年我们的业务会变得很少了，所以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有它的困难度。那今年我们会编列这些相关预算啊，就是我们现在后置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把这个方面的建制完成。这样，也就是说今年也是那么多钱，明年还是要编相同的钱。所以到底这个中间进度在什么？那前年到底是编多少钱？看起来就是编一样的钱，可是它的成果都还是只有这样。这个是不需要编到这么多钱来做，因为前年是 你调整一下，刚刚的 class 委员建议说都是一样的，好不好？那我好，那我们的第三幕啊 ，class 委员哈、啊，所谓的议事业务一共编列129万2000元呐、啊，所以我们现在哈、哦、那个删减。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啊，那个 class 委员所提的建议，你一定要去改进，好不好？一定好。好，第三幕，啊，
那个减列五十万，科目自行调整。啊，来第四目，第四目是研究业务。一共啊、哦，三个案了、啊、哈、哦。809万，啊，其中啊，研究发展及咨询是375万，管理资讯的话是434万。那现在我们委员三个提案了、啊、哈。哦啊，全部又减列了，还有。第三个是减业务会。一个是四之一、四之二是全部的减列，啊，第三个案是业务会减列355万1000元，啊，那加也。这我知影，这边加这差不多就唔是迄落滴啊。那。委员报告哈，四之一跟四之二这方面的一个编列的800多万呢、啊，其实最主要是在强化过去的问证的一个审证资料引带资料的一个制作跟数位化，那强化网际网络的一个业务工作了哈。那另外还有跟地方政府的一个地方议会做一个联系，数位平台的一个强化工作，因为23县市的一个议会平台哈，因为陆陆续续目前来讲只建制到10几个一个县市，那整个平台来讲一直陆陆续续在做，那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肯定支持。以上，主席，不好意思、啊。你们在预算里面写的是办理出版议会重大事件专题研究了，好，我想请教去年的专题研究专题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跟县市议会的平台，县市议会的平台应该由县市政府去处理啊，为什么是由台湾省市议会在处理？好，这个能不能说明一下？首先跟委员报告，跟议会平台的一个联系哈，对于整体，我们最主要是在一个把前台有关议政的一个工作跟地方议政、啊、做一个连结，那在一般的民众来讲，透过这个平台的检索，可以了解各县市跟台湾省政府过去的一个所谓的问政的品质跟历史的一个传承，历史的一个资料档案。各县市议会他自己会做网站，对不对？他自己会有处理的，那要你们只是把他们的做连结，接到他们的网站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花这笔经费，而且每年都编嘛？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这每年编是除了跟他们连结之外，我们内部自己的一个数位平台也是要做强化建制的，你稍微这样。另外请教一下资议长，你那个有一个设备跟投资310万，这个部分包括充实软硬体的设备，还有地方自治议政室的数位中心计划等等啊，还有包括另外新增了一个议政数位史料整合的资讯服务计划，这个会说明清楚一点。这些到底在做什么用？目前来讲，我们的典藏的一个数位有大概183万页的一个所谓的议政过去的一个档案史料。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议政馆各方面，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是往外来做查询跟了解的、啊、这个需求蛮大的。那除了我们现场议政馆未来也会建置一些数位查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软硬体的设备的建置之外，也强化我们的一个数位平台，透过网际网路啊，能够来做一个查询，提升它的一个查询上的一个效益。以上补充报告。来，各位人有什么意见？因为数位典藏很重要啦，它是把各个县市议会跟省议会的都结合在一起啊。那个主席，其实这个业务在各县市的议会跟我们的现在的自议会是无关的，硬是要把它拉在一起，我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包括几个县辖市的议会，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他们所做的那个数位比我们这个好的太多了，而且他们每天都会有那些正式的一些记录，所以我觉得把它牵强在一起，我觉得也不宜啦，不宜也不妥啦。所以我是不是具体做建议？因为有几个委员有提案，那
主席你就去处理吧。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计划，从103年开始陆陆续续推动了。那个其实是行政院核定的一个中长程的计划了。那整个连，我想103年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东西都一直在改革当中，我觉得 OK 的，都一直 OK 的。对，多少？去年花了多少钱？今年106是编列397万了，哎。不啦，那个主席都要处理啦。这我感觉该删的爱删啦，该减列爱减列啦。功能其实不是很理想。你叫我删，好，那个这是第几幕啊？第四幕嘛。你讲我者，真的，不是我问题，你不要，你去跟他们说明，因为他们是全部提掉减列的，我没有提全部减列啊，他们还有全部减列的哦。啊，来，好，那个陈主任，你不听你那个我建议主席哈，因为他们有提全部减列的。应该是跟他们沟通，不是跟我沟通。那我觉得他们提的案很棒啊，所以我就支持啊。我也觉得很棒啊，啊，阿丽啦，一百好不？减了100万啦，好不好？给我那个，因为省议员出身，对省议会有感情啊，啊，但是实在他们来，你到省议会去看那个资料是非常完整的啦。黄委员给我拜托，还有李委员啊，减了100万了、啊，第四幕。哎，啊，科目自行调整。你这哈，你这我尊重主席是无问题。你这你甲看卖，一直到这个时代力量，伊嘛是讲要前二简略，他们的提案也是这样写啊。我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的说明还蛮棒的啦。但是我是可以尊重主席的，这蛮棒的啦，嘿呀。他们想的跟实际的情形，我是自认为有差异啦。因为省议会几十年在以前的政治发展内占了很重要地位啦，啊，当然每一个人现在碰到省资议会要西极化，要把它好恢复掉啦，但是那个资料仍然给他们继续保存。好，我谢谢各位委员。那第四幕就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谢谢各位委员。啊，第五幕，起码第五幕。第五幕的时候就是一般建筑及设备啊，一个提案嘛，有陈委员提案说全市减列是多少钱呢？48万3000元呐、啊。这古迹啦，这个我养护啦。古迹的维护。哎啦，因为这个我们被台中市政府核列为古迹，是古迹啊，这个房子越来越老啊，编列这个真的很有限了。请多支持一下。因为这个案是全部全数检阅，全数三。现在底下考虑全数通过，变成咱底下付款。对了，外，如果要撤案，他不撤案的话，我就是支持全数检阅啊。对啊，这个我觉得 OK 的啊。没有没有，只有一个内容。外。没有，下次我都会全部支持。这部分最主要是弄到那个古迹这一块了。哎，那3减18万，其他自行科目自行调整。你基本前是三处理啊呢？啊，啊。好，那不要删了啦，好，大家同意的，实在有时候很可怜，以后你们提案小心一点啦，好不好？第七幕是，台湾义重史料典藏及展示业务，那一共预算是164万3000，我们吴清两个都是减列哦，你写就搞笑，你的呢？
就这样。办妥了，七。对了对了，就等案更名。啊，就是，这个那就不要删减了哈，啊，你们要撤案哈，以后不要这样写了哈，啊。好了好了，我跟你讲安尼落来，来，现在我们讨论。我来讲啊，没啦。上个厕所你偷渡哪一个预算？我们现在才一个预算，才一个委员在里面，刚才哦，这不行哦，这个在委员会审查预算里面是不行的。十五点。哎，主席，我严正抗议哦，多从从因为李委员在家里，我可以解洗手间了。好了好了，因为史料典藏很重要了，那个真的、啊、什么？哎，我跟你讲了哈，跟王委员报告，一般建筑及设备48万，它是属于古迹的那一些。那你请他们撤案呢、啊？哦哟，哦，他们同意撤案，他们撤案才可以，因为否则要变成对。他们撤案，因为我看的这个案里面，对，如果说他们撤案，我就 OK 啊。好，但是你不可以说趁我去洗手间，然后不，只有李委员一个人在这样不行哦。好。啊，那个台湾一中史料典藏及展示的业务164万呐、啊，哈，我觉得在省议会里面，省资源这个以前呢、啊，哈，几十年的资料很重要，所以给他们继续把它保存的完整，哎，保存完整也没关系，可是他们有提案，他是完全，那谁同意撤案呢、啊？他们都同意撤案了、啊。哦，你同意撤案了、啊，好，那如果撤案我就没意见，好，如果没撤案我就不行。谢谢我们的黄委员，我们铁梁子也有非常仁慈的一面，感谢你了啊！谢谢。来，这个他们已经提了、啊，我们要尊重啊。好，啊，子决议嘞，哎，这三个讲的一样还是怎样？没有，子决议二的话是太阳花的哦，那子决议一啦，现在讲子决议一啦、那个主席，因为。主决议是要求省资源啊，按照地方处规定五人的下限嘛。已经删到只剩下五个人了。啊，主决议二嘞？那二跟三。一、二、三其实精神是差不多啦。我是不是具体做建议，请资议长哈，把一、二、三你们整理，你们把它汇整一个案，啊个笑喝水哈。因为刚才我们的案子有改成2年嘛，这个有1年，有3个月，有你都有啊，所以你是不是把它整理文字，然后你们可以做的，我觉得我们就尽快把它完成嘛。来，报告主席哈，我们这样处理了哈，主决议一二三，我们并在就主决议一了哈，那我们做一下文字的调整哈。就是在1年内完成规划了，跟刚刚台湾省政府处理是一样的。好、那另外这一条后面这个保留5人以下，这个我们留着哈、因为这是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了。好、所以我们就是1年内完成规划这个部分加上去。那主决议二跟主决议三，我们就并到主决议一。好、我们就这样的处理。好，那个5人那个部分你要拿掉吗？我嘿，地方制度法11的，我不拿掉，不拿掉，地方制度法11条规定，都未使超过5的对。嗯。哦。那你要写下限5人吗？要把这几个字要不要？不得超过5人啊！下限改为不得超过5人，好不好？啊，这个通案的。啊，这是我提案，提案委员拢怎啊走无去吼？村里区委员，我讲这个怪怪的。那主席这个。不，主席，这个主决议一是不是改为用建议案的方式处理？不，刚刚前面沈政府已经把你三个都放进去了。因为这牵涉到总统的提名，跟那个行政院长的这个。好。好。我都同意啊，省咨议会那我相信他没用的。好吧，那我晓得你那个哈。那主决议一、主决议二、主决议三，我们通通以主决议为一个基准。这里面呢、啊，哈，并于1年内完成规划，还有这样，并要求省资源人士应依地方制度法规定，不得超过5人为限，安尼好不好？好，就照此通过。好。通案的部分。那主席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原来的1-7，它其实是税入了。税入
对对税务啊，啊这边让处理。税务的话，哎，你们的税务是28万嘛？29万？我给拿这案的退掉的。好，退掉，我们出案了，好不好？好好，哎，那通案1到6，请提案人出案不予处理。好，我们依主席裁决处理。好，谢谢大家。那省注意会的预算到此结束。好，谢谢。我在陪公子读书啊。没有，为什么鬼可以啊？等一下，就是全数删除啊！啊，全数删除，这个案我们很坚持的。休困，你下昼工休困。报告各位委员，我们通一到通三的话，哈，最后了再来处理。现在我们开。主席，我想通一到通三的通一的部分啊，是我们今天早上跟陈雪生委员大家相当坚持的一个案子。如果通一存在的话，后面就没有这些项目，所以能不能请主席，我们就直接处理出通一。刚才处理的程序都是先处理完再处理通案嘛，那刚刚其实都比照就通案就拿掉了嘛，对啊，所以没有必要这里又改变程序嘛。来通来你开始。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啊。那个陈委员有特别拜托，我已经把它咨询完成了啊。通一到通七了，来了。哎，阿金妈，哎，那个提案的第一案在哪里？哎，啊，你那个表好啊，我去。嗯，哦，提车啊，哈。啊，我不应该拢提车。福建省第一幕啊，好，一般行政啊，一共是编列的预算7374万。城区义卖委员说全数冻结啊，那个陈一杰哈、哦、简列10% 啊，一般行政的话，那个建筑会那个全数删减林立产委员啊，那个这个是我的简列50。这个572000了，哈哈，啊，那个这个是捐助的费用，啊，吴启勉委员，简列572000的是新聘委员捐助的费用，啊，第六案，那个。第一幕一般行政简历716000，那吴启勉委员在第一案那个召开委员12次出差会简历724000，啊，在第八案就是特别会简历683000，啊，林立常委员。习志伟委员第九案就是特别会简列683000，啊，第十案这个谁签的字我怎么陈啊？有点立场委员了、啊、哈，特别会简列多少？我看一下，
六十八万特别位，六十八万三千，你要把它分裂下来。还有第十一案，那个这个什么修缮费用，这个无缘的宿舍修缮啊，减列一千两百五十万，哇，那还好。啊，第十二案。修缮费用啊，这个应该修缮费用减列四百五十万。第十三案一般行政投资费用减列一千两百万。第十四案那个投资与设备啊，哈，冻结四百五十万，陈玉杰委员。第十五案林立财委员提案。三减两百五十万是这个也是修缮费用，啊，第十六案，庄瑞雄委员提案冻结四百五十万，这个是在投资与设备的地方，哎，所以我们的第一幕的话，我们请张省主席说明一下。第一幕大概就是基本的这个行政维持费用了，其中关于人事的费用的部分，我想那个也没有办法删除嘛，人就在那里，他就是要用到这个钱，所以请大家能够支持有关于人员维持的部分的这个经费，请大家不要去给他删除了哈。第二个就关于行政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维持的部分，大部分就是其中比较大的部分是这个设备跟投资，这个东西也是要维护。不维护的话，资产会减损了哈啊，这个恐怕也没有办法删减，这也请大家来支持一下。其他的话，业务费用我们已经尽量减省了。像水电啊、通信啊、资讯啊，这个都很难，这个没有办法删除了。就基本上第一幕都是属于这个基本的维持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建议请各位委员支持。能够让它能够维持，那这部分如果能维持的话，我们后面那个业务的部分啊，才能够比较顺利转。你人员设备最终基本维持住了，我们后面的功能转型才有办法进行哈。这个拜托大家。那个主席，好，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哈，请教张主席了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福建省的省府委员总共有几位？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你们在新店的这个办公厅设，去年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做过一个决议哦，这个决议就是这个办公厅设就不再维护了哦，因为现在只有内政部警政署两个驻卫警在那里，那这个办公厅设我们认为只有两个驻卫警在那里的话就没有再必要，这个是去年的决议了哦，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张主席说明一下？好，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那个省府委员的问题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哈。那当然，今天早上委员有咨询过这个问题。那我的想法是想要把它恢复增聘到八个人了。那么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将来的这个任务的这个需要了，因为他是荣誉职，他也是无级职，顶多只是开会这样。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第一个是宪政上的问题，早上大家讨论到是要这个省府委员还是要设立，这才比较合宪啊，这当然这是法律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是我是觉得我们民进党政府啊跟金马两个地区太疏远，那这个民情下情不能上达了。我们现在这个沟通的机制，一个就是县长，一个就是立委，那我们是其实这个地方都是离岛，很多的离岛，这需要有在地真正了解在地问题的乡亲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央的政策，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考虑就是说恢复这个省委员，我们聘请这个各个离岛，他像马祖就四乡五岛啊，金门就好几个岛，我们邀请这些真正在地的乡亲能够有机会透过省政府这个参与的机制啊，能够下情上达，能够沟通中央跟地方，所以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好像增加什么职务，它只是一个开会的费用这样而已哈。这样，主席，我基本上，黄委，我基本上不支持这样的一个讲法啊。刚才李建委还要求我说要支持他修宪，那虽然今天早上我在咨询的时候，
主席特别讲说，这个时间点不能够挑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也不宜在这个时间点再扩大这个编制。那其实上情能不能下达，或者下情能不能上达等等，这些其实只要我们有在地方上走访，或者是我们以我们现阶段的体制里面，包括我们有立法委员，有县市首长，有县市议会的议员，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足够。如果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增加省府委员，我觉得不宜也不妥，跟我们民进党长期的主张，我觉得是逆向思考，有相违背。啊，陈玉杰委员。关于一至二的部分哦，就是一般行政，我们建议删减10%哦，因为在这边除了就是固定的支出，譬如说购买文具、纸张、事务柜等等哦，这里有编列一个省主席跟秘书长的特别费哦。那其实当省长应该就是政务委员了啦，政务委员这边应该其实就有特别费，就编列特别费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部分。到底还需不需要，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质疑啦，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建议删减就是一般行政费用的10%哦。那另外一个部分1至14的部分哦，因为你这里编列13386000块，那我们建议冻结450万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说明说是要购买周边私有的土地收购，那我不懂，基本上你们现在的实质功能已经有限了哦，就是这个单位的实质功能已经有限，那为什么还要去买周边的土地啦？好，这个是不是请你们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购买周边的土地？好，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可以说明。那当然好像我们有了解过，好像有说是要买车，要盖车棚还是什么的。那个是要给，现在是给人家占用，给人家占用，政府占用民间的地。你是要花450万去把它买，把它买回来，但是到底有没有需要用花450万去把这些土地买回来？好，还是跟他们去用一个租任的方式去跟他们租任？我觉得应该会比买用花450万嘛还要便宜嘛。但是我是说实质你我觉得这个不是啊，是我觉得说不是用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去做这个解释，说非要花这450万不可啊。我是说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不要这么浪费这个部分啊，因为就像我讲，你可以达到租任嘛，不是说一辈子一辈啊，不然你也可以去停到隔壁的其他，一定还有其他的地方嘛，你不可能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停车嘛。对啊，那没关系，因为你们写的是购买私有的土地收购嘛，那我的意思说你一定还有其他变通的方法，因为对啊。那不是啦，所以我说不是，所以我说有其他变通的方式嘛，你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编配450万可以购买是怎样的嘛，因为你这个单位已经基本上第一个除了他们有实质功能之外，有可能以后也不存在或许嘛，所以我一说既然你们都要去做一个整病的工作，到底有没有需要花这些钱去处理这些事务，我们是有意见的。费的部分了哈。第一个就是，其实福建省政府已经虚极化了。那其实你们每一年都编列同样的东西，就是文具、纸张啦、事务柜等啊。说真的，柜子不断买不怪了，你业务也没有增加啊。买这些东西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一堆几堆底下吗？还是因为因编列而编列？所以我们的意思说，真的有没有需要用到7374万？这个是我们认为应该要去删减的啦。那个黄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主席，我个人认为了哈，因为其实刚刚主席在报告说要再增加省务委员，
我们包括我们刚在审查省市议会的议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都在减少，甚至于限到五人以下。好，刚好五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又把这些预算再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我们会对不起台湾的人民，也对不起我们省府当时我们精神的精神。所以我想有一些预算跟有一些编制，我们都必须更清楚的在这里，在这个预算上表达啊，我希望主席能够处理，因为包括陈其迈委员说他全部都要冻结，甚至于李金玉委员说全部减列，甚至于陈雪生委员也认为应该要全数减列，这个我们都支持的。包括陈雪生委员，他今天要到回去马祖，还特别跟我讲，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包括时代力量也认为应该要全数减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你会处理得很棘手，但是我想在棘手的过程当中，这个精神一定要存在。谢谢王委宝贵的意见啊，陈委员，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刚刚关于土地的这个部分呢、啊？对啊，你坚持那土地编列了多少？450万呢、啊？要买的啊？为什么那个刚刚是更加侵占的？侵占的都要刚买回来啊，嘿啦。对啦，我们以前哦，在金门马祖很多这种地区啊，给人家占用了以后，也不给人家征收。这边是建议冻结450万，不是给您删除了，好，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做一个比较来委员会报告之后，我们看过之后再予以动之啊。那对于那个一般行政的部分，我们建议删减10%。是怎样？那个。那个陈委员，你的意见是怎样？那个土地的？没有啊，可是就因为公投跟人家占用嘛，所以我们就说 OK， 那你占用的话，你就来做报，就做让我们了解啊，然后报告啊，好不好？跟我们内政委员会报告说明啊，好不好？好，李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李委员有没有？所以陈委员，你的意思是450万是冻结？对啊，是冻结啊，是冻结。行政费用1%/2的部分啊，10%，那看对啊，就是对一般行政费用。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好。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在一般行政里面编列预算是7374万，其中人事费占了5296万。所以一般行政的业务费用是2077万，那我建议这边删减，我看省政府多少，跟省市议会多少？100万。啊。100万的，第一幕都是100万。啊，照比例删减100万。减列100，我等一下会讲哈。减列100万了哈，科目自行调整。第一幕。啊，这个太离谱了，不能只减列100万呐。你。不是，我还要讲，你按你来哈，因为啊，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离岛的三位委员对这个预算非常有意见，尤其那个张主席，因为你把金门的，好像专攻金门马祖的没有注意到，三个委员彼此都有意见了哈。那我是这样，哦，减列100万，冻结50%。啊，包括陈怡杰委员所提的那个冻结案也包括在里面，到我们内政委员专案报告了以后，经过同意，使得动之。啊，我有意见，因为3减100万，我觉得太少，这是第一个。那刚才那个省议会跟省咨议会跟省政府都冻结40%。我有三个委员，我得了哈。我知道，因为。三个委员他们是希望包括澎湖金门马祖他们都希望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叠床架屋，所以
我们很难得哦，国民党跟民进党同样提案，这个都要检列呢。哎，真难得呢，真少这个状况呢。啊，包括时代力量也这样主张呢。所以，主席，我有意见，就你再念一次。啊我可以尊重的我就尊重啊我离开要不然你就保留。好那这样子啦我也晓得黄委员提出了一个很严重啊哈对这件市场的事情的看法。那简列150万自行调整。啊其余的冻结50%到内政委员专案报告后经同意时的动之。这样好不好？是啊，我给50万咯。啊，不是啊。那但是卖公外花园，那你不给他？不是，不是啊。有啊，他那个案子就直接冻结。我啊，我们在450万，包括你的冻结在里面，这个算一定要冻结450万的案子就成立了。嗯，这个案成立了。主席你不能说你做过新议员就这么完整我们都这么完整我一直都很尊重你我知道我没法给一个给350万我想是难得三党、啊、都有同样的意见全部有删减的、哦、也有全部动资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写出来的啦还有真的不晓得怎么做啦那这样啦我这样说到过来你说就拍戏呢、啊、这样啦整个提案只有第一案是冻结案，跟陈委员的14案是冻结案。啊，其他的、啊、其他的都是删减案，都是删减案。对了，哎、欸，拜托哎、欸，嘿啊，没关系啊，主席，你再做上最后一次啊，我听听，我若是袂对，我就出去啊，你好不好？啊啊，这个实在很麻烦，有时候啊。14案、16案都是冻结450万，两个都并列了。没有了，冻结的我晓得，他们谈的冻结，那陈委员的冻结案就在50%冻结案，啊不安内啦，好，那我跟你讲，三列啊哈，250万，250万，哦250万了、啊、哈，啊冻结的时候哈、啊、降到40%啊。哦，40%啊，陈余杰委员的那个病例一定在那边等到内政委员专案报告以后，将同意使得动之。我意思是需你爱安的下需陈委员的450万了、啊、哈，没那个一定爱冻结来专案报告了啊，其他的自行调整。我们的冻结案是第一案。主席啊，那个人事会你不好讲冻结了哈，但是我主张那个冻结还是50%啊，真的还是50%啊。人事会除了冻结50%啊，你卖讲你都只讲50%，我讲够变40%，安尼都唔对了。安尼我感觉讲我坐伫遮也做无意思啊。1至14、1至16两个都是在1至1里面都包含冻结数里面去。对，就含我们450嘛。1至14，1至1，1至14，1至16，三个都是冻结案里面的包含的子目嘛，这样就 OK 了。对啊，就、啊啊、是冻结啦、啊。外资那是3000多，250万。啊，你看。嗯。对啊。好。删减案加提议1层，那个是那个删减，我们已经在。我跟各位委员做这样哈，我们关于第一幕的话，那个一般行政啊哈，预算是7370万，但是人事会，除人事会外啊哈，删减250万，科目自行调整。冻结40%，没有，因为那边删的比较多，所以我冻结了。不是啊，你稍微尊重一下，稍微尊重一下。冻结啊，五成，
50%，其中包括提案，对，经历法院没有提案的14、15、16包含在里面，经历法院，到地法院，那个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后同意后，使得支持，啊，使得动支啊，好，好，啊，来，第一幕啊，第二幕呢？啊，我是在讲。省政府的提，省政府一共是1643000，嘿，二之一是全数冻结，啊，二之二全数删除，二之三减列800万，啊，二之四减列20万。二之五减列760万，二之六冻结林立产委员冻结400万，二之七这谁提案的啊？啊，二之七黄委员提案三减了521万1000元。二十八，黄兆顺委员啊，都一样哈。二十九，哦哇啊，二十九，蒋埔智慧减列470万，蒋埔智慧减列470万，第十案，张瑞雄委员提案，蒋埔智慧减列100万，第十一案，张瑞雄提案。蒋埔啊，已经准案了，30万，第十案，陈昌明提案冻结50%，啊，各是34嘞，胡啊，我去，呵，都临时来的，来，请我们那个张主席说明一下，你给他看嘛，当中。好，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主要其实我们在构想的时候就已经要朝向这个离岛业务方面去构想了。这个行政院当然还没做成决定，就是说要将来离岛，也许叫金马办公室，也叫离岛办公室。那这主要的任务就要协助金马地区的这个离岛业务，所以它是有业务要做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基本上已经开始。规划这方面的这个经费的应用的方式啦，其中是有增加的很多的，就是属于这个离岛业务所办理所需要的相关的这些研讨啦、研究啦，或者是这个联系辅导等等这些需要相关的作业费用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新增的部分是这个部分。那其他部分就是延续过去办理的一些对我们这个金门跟马祖地区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境内的这个机关啊、学校，我们补助他们来办理这个文化、社交、艺文、体育等等这些活动啊。同时，这些弱势的非营利团体、旅台的各同乡会啊，相关的这些活动给予这个必要的这个补助。还有一些这个地方，因为它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点，很多的急难的省民啊、贫困的民众，还有重养的这些需要有点慰问，那表达中央政府的关心呐、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沿袭过去的往例来办理的啊，而且这部分的经费并没有增加了哈，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委员来支持，好，谢谢。那个张主席，那省政府费用在105年度编列多少？陈主席，我觉得他已经说明完，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包括。那个陈雪生委员，大家他们三个离岛的都有意见，所以我是不是具体建议？因为包括时代力量、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其实都有相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你要不要总整理这个预算，然后该删多少我们就要处理，好，跟前面一起来处理。主席，我也有意见哈。这个部分哦，省政服务的部分，我们在去年是一毛钱都没有动。理由就是这个是补助金马的弱势，或是补助金马的机关学校。那对于这个离岛地区，我们认为他们本来经营上就比较困难，所以这补助
离岛地区的部分我们完全没有动。那现在的差别就是说，这个省府福建省政府的这个功能，是不是未来要由所谓的离岛办公室或是金马办公室这样的性质来取代？那如果是这样的性质来取代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主决议里面要求他们一年内要完成规划。好，那如果不是的话，目前你把这些东西补助离岛的学校、补助离岛的弱势通通删掉，那对离岛的居民其实也不公平。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审查预算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哎，我请教张主席一下哈，我是看到你以前的第四目军马地区的基础建设现在没有列了，等于3000万都没有。那以前省政府服务的时候，你们编列多少？好，105年度编列多少？399万。400左右。400万，等于现在省政的服务多了1200万。对，这个我说明一下原因。补助的经费啦，这经费应该就是要么编在这个县政府，要么编在中央的部会。那个省政府不需要编这个国家的钱。假如其实我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手上有一笔3000多万，那也是善财童子，很好了哈。但是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就是我认为说国家体制里面这种建设，还是在地方或者中央去执行比较好。那所以我把这个硬体的补助的费用把它删掉。可是我把这个软体的部分把它增加1000多万。那我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这些补助地方性的这些软性的这些软体的这些东西，急难救助这些东西，是可以拉近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民众的关系，让他们觉得说中央政府还是很关心他们。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想要开始强化这个金马地区的这个政策协调的业务，也包括所谓离岛办公室在内，所以我这一部分的经费就增加，因为我预期将来这一部分的经费会增加非常多，所以我这个结构上是做这个调整。好，是。那如果说往年都有编列这些补助的费用，那今年把它删掉，我很难去面对市民。他说以前你有救助，现在都没有；以前有补助都没有，那告诉我就不能就不能敢面对他们的。哎，这点是请各位来支持。我很认真的把所有的提案都看了一下哈，包括说古拉斯委员提案补助这个要删减，这个是多少？470万哈。庄乐雄委员包括说要删减100万哈，包括时代力量是全数要删除哈，他们认为这样的经费是不应该这样处理，包括甚至庄乐雄在那个到金马那个部分的50万也删除。然后几乎每一个委员提出来的案子都雷同，哈，都是一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未来要不要成立那边的办公室，我想对离岛的照顾，我们在立法院是不分蓝绿，多年来对离岛建设条例大概给的经费是不在话下。所以怎么样让离岛的部分能够真正的落实照顾，而不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叠床架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本系相信主席哈，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你看时代力量包括什么，它几乎是全部删除啊。你看2至5万也是全部删除，包括古拉斯委员在2至4也删了，什么表扬经费他们也把它删掉，大概很多了哈。每一个提案都是这样，所以能不能请主席？因为我知道我听了3位离岛的委员的意见。他们其实对金马办公室他们是有意见的，那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们做了多少公听会跟协调会。我觉得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嘛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当地的民众并不是，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有县政府，有这个县市议会，好，有什么代表会，那其实当地有很多的代表都是我们省府可以去跟他们沟通的，而不必要再叠床交屋。而且三个点是不一样的点，澎湖一个点，马祖一个点，那个金门一个点，这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三个地方的人文历史什么也都不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们提出这样的质疑，所以我是希望主席啊能够，我想陈委员也都跟你提过哈，那我今天特别把我们当时包括，而且很难得哦，国民党时代力量跟这个民进党同样提几乎雷同的提案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更认真的来思考哈。所以我想我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我把意见表达到这里哈。以上，谢谢。就是那个针对那个，因为刚刚其实我想，李委员，我非常认同李委员讲的，就是去年其实大家都没有删任何一毛钱，那真的就是照顾离岛，其实这个是大家都没有意见的，哈，这也是绝对要落实的。那是因为我看你们的说明里面有写，就是在审慎服务的委办费里面呢，委外办理本府机关功能再造。提升金马两线地方自治机能法制研究200万，好，那这个部分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你怎么样委办，那到底是研究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可以有去了解的权利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明的部分，你们有写办理两岸论坛，邀请专家学者指导哦，调查等费用等等，那这个我就也是因为我不懂为什么这个办理两岸论坛是由你们来委办呢、啊？哈，那邀请专家学者指导，这个真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内容，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你们，是不是让我们清楚的了解一下？我请各位翻到哈主决议第三哈，那是杨正武委员提的哈。杨正武委员他是金门的委员，他的想法跟我们大致一样，他说原建请行政院成立离岛联合服务中心，就是今天张主席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他基本上是赞成，他并不是有意见。然后这里面提到很多案子确实都是删减案，但是对删减的内容是完全不同、哦、比如说庄瑞雄委员提的是两岸论坛，这个我也同意要删减啊，那办这个干什么？这个跟福建省政府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是同乡旅台同乡联谊访视，这个也没有必要性啊。但是针对离岛地区的弱势，或者针对离岛地区的学校的补助，我认为内政委员会向来我们都非常支持啊。为什么会忽然今年就开始删除了呢？哦，那我刚刚也说明得很清楚，未来是不是要朝金马服务中心或是离岛服务中心，这个本来我们就会要求福建省政府在一年内完成规划报告，所以那个方向确定以后，那个方向确定之前，我们有必要去把对离岛地区的弱势跟离岛地区的学校机关这些经费都删除吗？这个是大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啊。那刚刚张主席所说的哈，这个工程业务费用都删除，这个我完全赞成，工程业务费用本来就不应该是福建省去编呐、啊，哦，本来就不应该是福建省编呐、啊。如果他确实需要重大工程的话，直接由这个中央来处理啊，哦，那地方也要配合款啊，这个是县政府跟中央政府的事情啊，跟福建省政府有什么关系？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把内容看清楚，不是大家都有删减案就表示大家都同意删减嘞，这意义不一样哎、欸。我想大家不要选择性去看一些东西啦哈。二之一案，陈其迈委员的提案是全数冻结，然后后面包括时代力量，是全数删除哈，时代力量。然后主决议的第六案，陈雪生委员、杨正委员也有联署，他很清楚的讲，就是有鉴于这些省政府自行审后业务执掌功能大幅缩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说这些。如果在福建省下连江县办公室，显然就是叠床架屋，讲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有人事酬庸之意。我想这个部分跟民进党多年来主张要废省，甚至于说要修宪，其实比较接近。所以如果要再做这些部分的扩张，本席是有意见的。那至于预算要怎么做？那我没有特别的意见，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直到现在，我想对离岛的照顾，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包括尤其是离岛建设条例对他们的照顾，我想那个远比这个意义大得太多了。
好，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来讨论的哈。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在主席你就处理啊，我看我如果可以接受我就接受，不能接受我就保留啊，好不好？谢谢黄委员啊，讲得非常有道理啊。那个主席，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有关于这个奖补助这些地方的这些监会，我还是拜托各位委员不要删除，因为你一删除的话，这个地方人一定会说，为什么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有补助，到民进党的时候就没有补助？你看二次九案，这个我们就会，这也是前述删除。这个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批评跟指责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无法负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了哈。所以建议这个奖补助还是留着。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是不是也为什么要专门要讨论研究这个，机关功能再造跟提升金马两线自治机能法制研究，就今天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牵涉蛮大的啦。其中一个，因为我刚今天有解释过，因为金马这个地区经过长期的占地政务啊，里面有非常多不公平的地方啊，比如说土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交通的问题，比如说水的问题，这个都是一国两制啊。比如说他们当地人有跟我提这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水电的问题在金门就变成他们自己地方政府来负责，那在台湾的话，这个就中央来负责。像类似的种种的这些问题，涉及到他这个整个金马地区的这个自治机能的提升，还有这个省府机关的这个改造，所以我们是打算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特别的条例。这个想法在金马地区也受到很大的欢迎，就针对金马地区特殊的情形来拟定一个自治的条例啊，就是说就有关于这个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例来解决，不是台湾的问题，是离岛的问题。这个当地的不管是议员啦议会啦县政府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展开这个工作来做这件事。所以要拜托各位委员还是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工作。陈委员好。其实我们觉得可以啦哈，你刚刚讲这个，其实大家我相信就是有一句话我比较不能认同啦，其实补助没有分什么蓝绿啦，所以你不可以说你哪可以删除，你干嘛变民进党执政都没补助。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是说我相信就刚我们所说的，只要你落实，其实这个任何人都不会有意见。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本来是提要3800万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真的认为两岸论坛不应该你们来做了。好，那所以这一笔我们是不是就让我们就是应该要删除了？这个我觉得这个76万8嘛。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应该由你们福建省政府来做这件事情啊。对，我说明一下啦，这个是一支70几万。那金门跟马祖跟对岸的这个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啦。所以你身为这个福建省政府，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关心。比如说举个例子讲，他现在这个供水是由对岸来的，哦，那这个会涉及到两边的互相。但是我觉得两岸论坛的这个本来就不应该由你们来，福建省政府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要去做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是你们的业务范围，也不是你们应该去做。我们可以来，而且你们在委托，其实这个有一点像委托办理本府机关功能在，其实这个有一点重复的东西。因为你在你的两线地方自治机能，不论是法制或实质面，你们一定会都会再去研究了嘛。所以感觉这个东西是因编列而编列，那你说其他部分我们没有意见呢，啊？我们对于你对弱势的补助或者是等等这些，我们大家都没有异议嘛？尤其对偏乡、对学校、对离岛，这个当然是大家都是非常支持。但是两岸论坛这地方真的就我们不认为你们应该去办理这样子的一个业务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坚持啊。那个主席，对我支持陈怡杰委员的意见哈。包括这个提案，包括那个陈其迈委员、张戴瑞文委员，他们也都提案说，两岸论坛应该是理论上应该回归到两岸关系条例，那陆委会那边去处理。你这有一点点啊，有点啊怪怪的哈，这个好像不是应该由他们来主办。那至于说奖补助会，我想我们虽然很多委员哈，包括国民党，你看洪义哲委员，下面有人是打电话提案，会不会删减呢？洪忠义啦，讲唔对啦哈，拍摄外回系列。我想讲补助的这个部分，你看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这个大原则不能够破坏。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了，其实提了很多啦。
我坐在这边，我都不晓得今夕是何夕啦。我驾驶非常的混淆，为什么呢？今天要把省的话西极化，要把它会省啊。第二个又谈到大家说什么中部服务中心，现在又列了一个金马服务中心。那我记得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说，现在的执政党都说以前的执政党都愁庸啊，愁庸又为什么设了那么多？其实我有时候我搞得莫名其妙，里面也知道那个要废掉，不能愁庸，但是人事我看都已经派了，所以我今天我在讨论这个，我一直在那个大家委托啊，我来做一个决定。那这样子好不好？因为省政府的服务以前啊是编列400万。现在是编列1644万，啊，金马地区的时候，我是听了几个人讲，以前是列了3000万，对不对？哦，以前列了3000万没有动啊，所以现在两边要去把它做一个平衡啊，啊，实在啊都走开了，我来做决定。我坚持啊！啊啊！我问你。你70几万，我都一定给你过了、啊。没有两岸的论坛里面啊，因为这个有点重复了啊。好好，那在这边呢哈，那个张主席这样啊哈，你以前400万，现在等于增加了1200万呐、啊。那我在这增等于400万呐、啊、哈，我们减列300万。好、哦，这个省政府的服务的话，减列300万，啊，也不要去冻结，好不好？好、哦，看大家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因为这个是补助学校社团的，好、哦，补助学校社团我没有意见的、哎，哦，这个本来就是对他们的照顾，其他的你给他处理就好。哇，减列300万。啊，那个两岸的，那个的。啊，两岸包含在里面，那个不要办，我、哦、等一下会讲。好、哦、好，他再讲完，再继续讲。好，那这个关于第二幕啊，哈、哦，我们呢、啊、减列300万，其中包括两岸的论坛里面呢、啊，哈、哦，也在里面呢、啊，哈、哦，等于要讲减列76万8000，这个减列包含哈、哦，这个两岸的那个两岸论坛的包含。啊，其他自行调整，安尼好不好？我实在无啥想要给你背书啊。不安尼啦，我一路我今嘛吼，所以我一直讲，执政党你们拜托不要乱提案啦，我们做主席的很难做啊。我跟你讲，有时候、啊，我们都支持啊，结果你们现在说那些都不要了，我就觉得，好不好？安尼啦，好。好。哎、第二幕啊，吼。我们减列300万，含两办理两岸论坛和768000，啊，那个科目自行调整。好，那我们来，没有跟前面没有冻结啊。啊，不，给他那个了，因为提案就是有时候离岛跟客家的跟原住民一样、啊。那个主决议的部分啊，主决议的部分呢？对，主决议六跟那个是有一点违背，有一点冲突哈。我觉得两个都把它改成建请案，好不好？因为那个陈雪生委员的提案跟杨政委员的提案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对，我知道，所以我说我们用建请案，让他们让那个主席他们再去办公听会跟一些协调会，把它整合完了以后，我们再做决定嘛。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建议了哈？因为主决议一的部分哈，其实我们三个机关都一样，我们也是于一年内完成规划了。哦，这个主决议我们还是留着啦，哈、哦。那主决议三跟主决议六，哈、哦，那我们就都改建请案，不做主决议啦，好、哦，因为杨政武委员跟这个陈雪生委员的彼此的提案是不太相同的啦，好、哦，我们就改成建议案了，好、哦，建议案就提供给福建省政府参考啦。主决议案，我们就照那个李金委员的提议啊，哈、哦，就是第一案啊，那个就是。一年内完成规划啊，你那个里面有没有说多少人的？没有，没有哈啊。那个主决议三案跟第六案用建请的哈、啊，他本来就建请，好好好，就一建的呀啊。第三案本来就建请，
好，那今天我们福建省的预算审查到此结束。还有什么？啊，通案一到通案三啊，请提案人撤案，不予处理。好，啊，福建省政府的预算审查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啊，好，感谢，感谢。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省市地方政府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讨论事项。第三案至第五案。三，台湾省政府近三年补捐奖至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捐会报告表共五件。四，台湾省主义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诊表共两件。五，福建省政府近三年补捐奖自己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捐会报告表共四件。第三案至第五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经整理备查并报告院会。散会。你来是迄落，你来散会，我来得他。好好，东西在先。他是讲了三个，其他几个都没有。